外面签到到了，到齐了，到了，外面到齐了，外面到了，现在长，里面有三个就可以，连你三个都可以。外面签到人很少，对呀、啊，外面签到人很少，够了，就确定了，外面签到了 ，OK， 好。好来，报告委员会，与主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会。那请宣读上一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21日星期一9:02至12:13、14:30至17:00，地点本院群学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洪慈庸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郑天才委员等20人，列席官员劳动部部长郭芳玉等相关人员主席陈昭吉委员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劳动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及基金案预算询答。本次会议由劳动部部长郭芳玉列席说明并备询，委员洪慈庸等19人提出质询，均经劳动部郭部长方玉暨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决议依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有关劳动部主管公务预算及非营业基金案说明及询答结束。二、委员口头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宣读完毕。好，请问委员会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无修正或遗漏之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认通过。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是23号跟24号两天一次会啊、哦，因为这个今天这两天的议程是要继续审查我们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啊、主管的预算，有关部本部的公务预算及基金啊、我们不含社会及家庭署、国民健康署、中央健保署、食品药物管理署以及疾管署及国家中医药研究案的部分。好，我们今天是做整个预算的一个处理。那本案已经经过105年11月2号第九届第二次的第二次会期第八次的全体委员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好，所以我们今天会进入实质的审查。那有关今天出席的在场的委员有陈一鸣委员，好，还有钟孔照委员，好。那官员的部分我就不一一列哈，因为这是整个卫福部所有大概今天要主审的相关业务同仁都在场哈，所以我们待会有相关的问题就请大家看这张表单来做这个询问哈。那我们今天因为是处理这个预算案啊，那有特别是公务的部分，明天大概才能审到基金的部分啊。那在税入的科目，我们是以项为处理单位；税出的科目，我们是以目为处理单位啊。那本委员会如果对本次的审查预算哈，特别在今天、明天两天哦，是公务及基金的部分，之提案有询问或补充的部分，我们以3分钟为原则。那我们过去的原则也是，提案委员若不在场，好，我们该提案会保留，好，先以保留。在全部审查完毕第二轮的时候，如果能不在场，哦，该提案就不予处理啊，所以我们会做2轮的一个处理。好，那无提案的部分就预算就照列。好，那本次的审查之增减预算案，如果已经跟我们业务同仁已经跟委员沟通完成，改为主决议者，请务必在今天中午12点以前提出啊，那这样子我们议事人员才好做整理啊，不然像上次非常的混乱，同时间一大致用。一下子涌入好多的主角一样，我们非常混乱哈，所以今天希望能够有一点秩序哈，是12点以前能够把相关已经有共识的部分哈，那待会大家也可以再跟我们的委员再多做沟通啊，那这个部分是希望能够有利于我们议事人员啊，中午再做这个相关主角议的一个这个影印哈，那还有会诊哈，那也在。并在审查完竣以后一并的宣读啊。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进行我们中华民国10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的预算啊，有关部本部的公预算及基金的审查。那我们会待会会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公务基金及基金的公务预算跟基金的相关科目及提案啊，因为这宣读的时间会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哈，所以我们为了提高这个预算处理的效率哈，那同一科目我们会尽量来合并处理。那委员对于待会如果对于有些个案这个提案哈有初步协商，也希望这个时间可以加强这个跟委员的沟通哈，那跟各部门在利用这个宣读的时间，能够将这个先跟委员会有委员们来做进行沟通，因为我知道这两天大概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已经在努力的沟通哈，可能但是还是有可能有一些沟通还不足的部分哈，我们趁这个时间也能够再继续沟通，我们希望今天中午以前可以有些相关的这个有共识的部分呢，可以确认下来哈。那待会也要提醒哈。如果说已经有共同有沟通共识的，好，那照委员的决议的时候啊，就说同意哈，就没问题啊，这样不要再上来再说明了哈，因为我们卫生委员会都还要习惯再上来说一下没问题，不用哈，在下一方就说一下，哎，我没问题哦，已经跟委员达成共识了，好，这样子会节省时间哈，因为我们的审查案子非常的多哈，那我想在这个提案委员和卫福部哈，如果能够在该案的哈直接。这个说明结果哈就不再讨论哈，以节省预算审查的时间哈。那我们现在就请议事人员来开始宣读我们公务预算及基金预算的部分。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卫生福利部主管收支部分，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76项卫生福利部465万元第177项疾病管制署450万元第178项食品药物管理署137万2千元第179项中央健康保险署3205万8千元第180项国民健康署41万1千元第181项社会及家庭署五列数第182项国家中医药研究所5千元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45项卫生福利部1亿5062万2千元第146项疾病管自属1亿2559万2千元第147项食品药物管理署12亿0627万8千元第148项中央健康保险署2亿1801万5千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96项卫生福利部397万元第197项疾病管制署62万6千元第198项食品药物管理署50万7千元第199项中央健康保险署172万元第200项国民健康署16万1千元第201项社会及家庭署150万元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10项卫生福利部五列数第11项食品药物管理署原列5000万元系非营业特种基金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剩余缴库暂照列是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94项卫生福利部3477万元第195项疾病管制署528000元第196项食品药物管理署16万元第197项中央健康保险署81万7千元第198项国民健康署103000元第199项社会及家庭署1亿6403万7千元第200项国家中医药研究所29万5千元二税出部分第20款卫生福利部主管2103亿6561万7千元第1项卫生福利部1660亿7665万5千元第1目公费生培育1亿5593万5千元第2目科技业务33亿4705万9千元第3目社会保险业务1491亿4849万元第4目社会救助业务13亿4386万4千元第5目社工及社区发展业务1亿7506万3千元第6目保护服务业务2亿9400
零四十五万五千元第七目，一般行政八亿六千七百七十二万八千元第八目，医政业务十一亿七千六百二十六万三千元第九目，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九亿零一百五十五万八千元第十目，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三十九亿四千一百三十七万三千元第十一目，中医药业务五千四百六十六万元第十二目，综合规划业务九千一百七十七万九千元第十三目，国际卫生业务四千五百七十二万四千元第十四目，卫生福利资讯业务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九万元第十五目，医院营运业务三十八亿七千一百七十九万八千元第十六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原列五亿三千六百零三万六千元，系国库增拨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办理新竹生医园区医院新建工程及增拨医疗药品基金办理乐生园区整体发展计划，暂照列系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第十七目，一般建筑及设备一百三十八万元第十八目，第一预备金一千四百万元，第二项疾病管制署五十亿八千四百四十二万六千元第一目，科技发展工作三亿八千一百七十四万八千元第二目，一般行政九亿六千八百四十万元第三目，防疫业务三十七亿二千九百二十二万八千元第四目，一般建筑及设备五百万元第五目，第一预备金五万元，第三项食品药物管理署二十八亿一千七百四十七万二千元第一目，科技发展工作七亿一千一百九十三万七千元第二目，一般行政七亿零一百九十八万六千元第三目，食品药物管理业务十四亿零五十六万九千元第四目，第一预备金二百九十八万元第四项中央健康保险署五十五亿二千三百三十三万四千元第一目，科技发展工作二亿一千六百一十五万五千元第二目，一般行政二十九亿八千七百二十万五千元第三目，健保业务二十二亿八千一百三十一万九千元第四目，一般建筑及设备三千八百六十四万五千元第五目，第一预备金一万元第五项国民健康署二十五亿零九百四十四万一千元第一目，科技发展工作二亿八千三百七十二万七千元第二目，一般行政三亿一千六百七十万元第三目，国民健康业务十九亿零七百八十九万四千元第四目，一般建筑及设备111万元第五目，第一预备金一万元第六项社会及家庭署二百八十二亿零五百七十八万五千元第一目，科技业务四千零六十四万四千元第二目，社会保险业务五十亿三千二百八十四万五千元第三目，一般行政一亿四千七百二十六万六千元第四目，社会福利服务业务229亿8333万元第五目，第一预备金170万元第七项国家中医药研究所1亿4850万4千元第一目，科技发展计划3218万6千元第二目，一般行政8952万4千元第三目，研究及实验2678万6千元第四目，第一预备金8000元。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委员提案汇整表，卫生福利部主管税入部分，第一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规费收入一亿五千零六十二万两千元，增列七百五十三万一千元。第二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资料使用费两千三百三十一万四千元，冻结五百万元。第三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场地设施使用费九百八十八万两千元，冻结两百万元。第四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财产收入397万元，增列397万元。第五案税出部分，第五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重点科别培训公费医师制度计划4705万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六案委员钟孔照等提案重点科别培育公费医师制度计划4705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七案委员黄玉明等提案原住民族及离岛地区养成公费生培育6652万1千元，冻结3500万元。
第八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9亿1160万1000元，减列2000万元，冻结5000万元。第九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9亿1160万1000元，减列500万元。第十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9亿1160万1000元，减列200万元。第十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委办费2亿3199万2000元，减列2000万元。第十二案委员杨耀等提案，推动卫生福利科技发展与管理1亿5898万3000元，减列1022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十三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推动卫生福利科技发展与管理1亿5898万3000元，减列100万元，冻结2000万元。第十三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捐助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执行以医疗科技评估建制卫生资源分配机制计划5617万9000元，冻结1/5。第十五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配合行政院推动生技医药研发产业中心3亿2286万8000元，减列1亿元，冻结1亿元。第十六案委员杨耀等提案，配合行政院推动生技医药研发产业中心3亿2286万8000元，减列238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十七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配合行政院推动生技医药研发产业中心奖补助费3亿2273万7000元，减列500万元。第十八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奖补助费3亿2273万7000元，减列200万元，冻结2000万元。第十九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配合行政院推动生技医药研发产业中心3亿4630万9000元，冻结1/5。第二十案委员王玉明等提案，永续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8911万4000元，减列1200万元。第二十一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数位资讯医疗之推动与整合8080万5000元，冻结1500万元。第二十二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研拟如何建立 ALL 整合营运模式400万，减列50万，冻结50万。二十三案委员杨耀等，推动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5597万3000元，减列11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十四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大陆地区旅费17万4000元，减列10万元。第二十五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之世界卫生大会或专家及技术性会议14万7000元，全数减列。第二十六案委员陈一鸣、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发展计划24亿3545万8000元，减列2000万，冻结2亿。第二十七案委员杨耀等提案，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发展计划24亿3545万8000元，减列12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十八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医卫生命科技研究计划15亿5557万5000元，减列2000万，冻结1亿。第二十九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医卫生命科技研究计划15亿5557万5000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10/10。第三十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医卫生命科技研究计划15亿5557万5000元，减列200万，冻结200万。第三十一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符合生物制剂厂营运规模1亿744万2000元，减列20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三十二案委员杨耀等提案，新颖标靶之创新药物研究与开发1亿1556万3000元，减列15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三十三案委员杨耀等提案，衔接及建立国际准则与奈米生技医药600万元，减列1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三十四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物质成瘾研究计划1804万6000元，全数减列。第三十五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物质成瘾研究计划1804万6000元，减列800万元。第三十六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物质成瘾研究计划1804万6000元，减列4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三十七案委员王玉明等提案，物质成瘾研究计划1804万6000元，减列500万元。第三十八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医药卫生产品与技术之研发3亿3738万5000元，减列10/10。第三十九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医药卫生产品与技术之研发3亿3738万5000元，减列1156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四十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文媒
传染病防治研究聚落之合作体系1亿7500万元，冻结1/5。第41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聚落之合作体系1亿750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42案委员洪世庸等提案，社会保险行政工作3641万5000元，减列282000元。第43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全民健康保险管理414万8000元，减列114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44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一般事务费187万元，减列93万5000元。第45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长期照顾服务规划606万7000元，全数减列。第46案委员王玉明等提案，长期照顾服务规划606万7000元，全数减列。第47案委员陈一鸣、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长期照顾服务规划606万7000元，全数冻结。第48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国民年金保险管理437万7000元，减列107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49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国民年金保险管理437万7000元，冻结200万元。第50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一般事务费259万4000元，减列129万7000元。第51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直辖市健保欠缴欠费缴款专案补助244亿2356万3000元，全数减列。第52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国民年金保险补助559亿6611万1000元，减列611万1000元，冻结1亿元。第53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督导办理各项救助8亿5238万6000元，冻结500万元。第54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补助直辖市各县市政府及国内团体办理串联弱势服务等3200万元，减列200万元。第55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办理急难救助2亿7168万元，冻结3000万元。第56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规划建立社会工作专业1亿4200万9000元，冻结1/10。第57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规划建立社会工作专业1亿4200万9000元，冻结50万元。第58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办理新北市设置627烧烫伤专案管理中心业务1269万8000元，冻结300万元。第59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建立卫生及社会福利志愿服务制度1217万1000元，减列715万元。第60案委员杨耀等提案，推展社区发展2000万3000元，减列107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61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参加两岸基层社区发展业务考察交流87000元，全数减列。第62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参加两岸基层社区发展业务考察交流87000元，全数减列。第63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参加两岸基层社区发展业务考察交流87000元，全数减列。第64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公益劝募管理88万元，冻结10万元。第65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推展儿少保护及处遇辅导9471万4000元，冻结1000万元。第66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一般行政8亿6772万8000元，减列200万元，于冻结500万元。第67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一般行政8亿6772万8000元，冻结1/5，排除人事费。第68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一般行政8亿6772万8000元，冻结1000万元。第69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亿0857万5000元，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70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一般事务费5355万9000元，减列1223万4000元。第71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医政业务11亿7626万3000元，冻结1亿元。第72案委员陈一鸣、蒋万安、王玉敏等提案，医政法规与医事人员及机构管理1427万8000元，减列100万元，冻结600万元。第73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医政法规与医事人员及机构管理1427万8000元，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74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医政法规与医师人员及机构管理1427万8000元，冻结1/5。第75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医政法规与医师人员及机构管理1427万8000元，冻结142万7000元。第76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医疗业务督导管理1768万6000元，减列1000万元。第77案委员陈一鸣、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医疗业务督导管理1700
168万6千元，减列100万元，冻结600万元。第78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医疗业务督导管理1768万6千元，冻结900万元。第79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医疗业务督导管理1768万6千元，冻结1/5。第80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委办费1341万8千元，减列100万元。第81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加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团体会员4000元，全数减列。第82案，委员洪慈勇等提案医疗业务督导管理健全医疗卫生体系1亿1734万5千元，减列2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83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医疗替代役512万6千元，减列200万元，于冻结1/10。第84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健全医疗卫生体系9965万9千元，减列5000万元。第85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健全医疗卫生体系9965万9千元，减列1000万元。第86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健全医疗卫生体系9965万9千元，减列200万元，于冻结1/10。第87案，委员陈一鸣、蒋万安、王玉敏等提案健全医疗卫生体系9965万9千元，减列100万元，冻结600万元。第88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健全医疗卫生体系9965万9千元，冻结1000万元。第89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健全医疗卫生体系9965万9千元，冻结100万元。第90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业务费9463万5千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91案，委员袁李彦秀等提案召开医院评鉴咨询或审查小组会议及推展医院评鉴改革业务11万元，全数减列。第92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办理建构整合性社区健康照护网络等8865万9千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10。第93案，委员杨耀等提案提升医事机构服务品质7367万元，减列1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94案，委员陈一鸣、蒋万安、王玉敏等提案提升医事机构服务品质7367万元，减列100万元，冻结600万元。第95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提升医事机构服务品质7367万元，冻结3600万元。第96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提升医事机构服务品质7367万元，冻结736万7千元。第97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国外旅费173万1千元，全数减列。第98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国外旅费173万1千元，全数减列。第99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国外旅费173万1千元，全数减列。第100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医师人力培育与训练8亿6029万7千元，减列2亿2千万元。第101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医师人力培训与训练8亿6029万7千元，减列200万元，于冻结100万元。第102案，委员李静怡等提案医师人力培育与训练8亿6029万7千元，冻结1/10。第103案，委员钟宏照等提案新增办理第8期医疗网页务等经费2亿8629万7千元，全数冻结。第104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办理专科医师训练医院认定等3010万2千元，冻结1/5。第105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委办费奖补助费委办费3010万2千元，奖补助费8亿1924万3千元，委办费减列500万元，奖补助费减列1亿1100万元。第106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大陆地区旅费11万6千元，全数减列。107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奖补助费1881万5千元，减列325万8千元。第108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相关会议41万8千元，全数减列。第109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9亿155万8千元，减列500万元，冻结3000万元。第113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9亿155万8千元，冻结3000万元。第111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心理健康行政管理1574万8千元，减列1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12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
办理心理健康促进精神疾病防治等4,729,000元，冻结300,000元。第113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国民心理健康计划5,2,821,800元，减列100,000元，冻结6,000,000元。第114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国民心理健康计划5,2,821,800元，冻结4,000,000元。第115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对国内团体之捐助2,093,000元，冻结500,000元。第116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社会福利津贴及机务8,536,000元，冻结500,000元。第117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加强口腔健康促进3,5,759,200元，冻结3,000,000元。第118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3,941,373,000元，冻结1,000,000元。第119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长照十年计划2.0，35,3800万，减列500万，冻结100万。第120案委员陈玉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长照十年计划2.0，35,3800万元，冻结5亿元。第121案委员洪思庸等提案，办理整合照顾管理制度计划5,8267万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1/10。第112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办理整合照顾管理制度计划5,8267万元，冻结5,826万7千元。第123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委办费6,0997万元，冻结1,365万元，减列1,365万元，冻结635万元。第124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补助直辖市及各县市政府办理居家护理服务3,5423万5千元，冻结3,542万4千元。第120万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强化护理人力培育与提升专业职能，3,727万3千元，减列1,000万元。第126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强化护理人力培育及提升专业职能，3,727万3千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127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强化护理人力培育与提升专业职能，3,727万3千元，冻结500万元。第128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强化护理人力培育与提升专业职能，3,727万3千元，冻结1/10。第129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办理护理助产业务政策规划等办理产后护理机构及助产所之管理与法规解释等，1,785万4千元，减列1,000万元。第133案蒋万安委员等提案，参加护理国际会议276,000元，减列138,000元。第134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加强原住民族及离岛地区医疗保健服务，3,4598万4千元，冻结1亿元。第133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补助直辖市及各县市政府办理原住民族地区原住民就医及长期照护资源使用交通费3,000万元，冻结1,500万元。第133案委员杨耀等所提案，中医药业务5,466万元，减列256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34案委员陈莹等提案，中医药业务5,466万，冻结2,733万元。第134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中医规划及管理2,141万8千元，冻结200万元。第136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中药药事规划及中医药政策发展648万7千元，减列11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37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中药药政规划及中医药政策发展648万7千元，冻结50万元。第138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大陆地区旅费519,000元，全数减列。第139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大陆地区旅费519,000元，减列12万7千元。第143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中药品质与产能提升2,214万4千元，减列2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144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综合规划业务9,177万9千元，减列176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43案委员杨耀等提案，政策规划1,634万7千元，减列126万，科目自行调整。第143案委员王玉明等提案，政策规划1,634万7千元，冻结500万元。第144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政策规划1,634万7千元，冻结1/5。第145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管制考核397万2千元，减列126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46案委员杨耀等提案，政策推展729万4千元，减列156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47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政策推展729万4千元，减列130万7千元。第148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
卫生教育模式之建立与推广639万2000元，减列905000元，第149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卫生与社会福利统计及调查分析3871万1000元，减列256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50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卫生与社会福利统计及调查分析3870万1000元，冻结1/10。第151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卫生福利人员训练1852万3000元，减列100万元，予冻结200万元。第152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国际卫生业务4752万4000元，减列200万元，予冻结200万元。第153案委员陈一鸣、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国际卫生业务4752万4000元，冻结700万元。第154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国外旅费251万元，减列231万元。第155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双边国际卫生合作与交流1240万7000元，减列20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156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双边国际卫生合作与交流1240万7000元，减列14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57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区域性国际卫生合作交流519万8000元，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58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卫生福利资讯业务1亿1169万元，减列109万8000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59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卫生行政资讯服务2209万2000元，减列200万元。第160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卫福行政资讯服务2209万2000元，减列1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61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业务费823万2000元，冻结450万元。第162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补助所属乐生医疗院办理汉生病巡回检诊与汉生病防治管理业务等1800万元，冻结1400万元。第163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乐生园区整体发展计划4530万元，全数冻结。第164案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一般建筑及设备、交通及运输设备138万元，全数冻结。第165、166、167案为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等提案。第168、169、170、171、172、173、174案均为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175、176、177、178案均为委员李彦秀等提案。第179、180案均为委员刘建国等提案。第181、182、183、184案均为委员洪慈庸等提案。第185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第186、187均为委员陈寅等提案。第188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第189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第190、191、192案均为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公务预算宣读完毕。我们公务预算的部分今天先宣读完毕哈、哦，那基金科目跟提案明天再来宣读哈、哦，因为我们就进行这个卫福部主管公务预算案的部分，我们就开始进行审查，是不是？请办公室的委员们能够尽快的到会场来，我们要开始进行逐案审查。好，好，来的好少。还是先休息5分钟，我们请各助理通知一下委员好不好？我们5分钟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逐案的讨论了。
好，我们就继续来做审查哈。那我们业务部门可能就声音声量小一点啦哈，因为我知道有些委员刚来，所以你们大家要开始做游说工作。但是因为我们整个进度还是要进行接下来的审议啊，所以等一下尽量减少哈。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个第一案的部分哈。来，我们第一案是由陈怡明委员，我还是坐下来可以的哈，不然这样好难主持哈。来，第一案是陈怡明委员，有关这个规费收入的部分要增列753万1000元，这个部分，卫福部这边有没有问题？增列的部分，规费收入。没问题就说没问题哈。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规费我们都是精算过，包含这个证照啊，还有医院评鉴的规费，所以这个。每年推估都蛮精准的，所以恐怕没有增加的。所以很难增加那么多，是不是？对，没有其他裁员呀，没有。提高那个收费标准，所以可不可以请委员？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刚那个专委跟我提醒，一二三要一并处理啦，一二三要一并处理。那个陈怡明委员是增列的部分啦，哈。那我这边有两案是针对有关使用规费是资料使用费跟场地设备设施设备的使用费的部分，我一个是冻结500，一个是冻结200，来一起处理，好。我们这两个案子是不是我们其实现在都已经积极在做。那个冻结数啊，是不是第二案我们冻结200万，第一案冻第三案冻结100万？好，好，这个我同意，谢谢。嘿，是，谢谢。嘿，然后第三案冻100。那个陈委员，这三个案一起处理，我同意了哈。但是我要说明的就是说，卫福部你们好，就跟刚刚吴玉琴委员他刚刚提的二跟三，你们的资料使用的部分，你们在建制的时候，你们都是要这些那个建制的机构要自己出钱去帮你们做这些设备啊，阳明大学也是如此，高一大也是如此，北一大也是如此，那钱留给你们收走，好。缴费是缴到你们的国库里面去，但是设备你都没有出钱呐，你都要求这些业务单位自己去做这些设备，那这个是不对的，更不要讲说有一些单位，台大其实之前就已经在国科会的时候就已经有给了8000万，叫他们要建制啊，那。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呐、啊。国科会朱金一那个时候就给了台大跟成大各8000万做健康做那个医疗云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 specific aim 就是要设置这个这个分中心嘛，对不对？对。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原则上哈，我们这边在经费许可的部分都是卫福部在设备在准备哈，都是用卫福部的这个经费在处理。那最近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如果这样子，为什么会像阳明大学都会来跟我澄清呢？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你们都要求他们自己出钱去设置这些电脑设备啊，设置频宽啊这些东西，可是。缴的费都是你们拿走啊，对，那这样的话你都是你们在做，是，然后等、当然你收钱就会收的很多啊，那当然要增加你的那个，对啊，是跟委员报告，而且你这个分中心都设置起来之后，将来 user 会增加啊，不是吗？是，原来在高雄的原来的 user。他没有办法做全国的2300万笔资料的，他现在都可以了嘛，对不对？一旦建制完成，云端的处理都可以了。是，那这个缴的钱，资料库使用费，20万、30万都缴到你们进去，怎么可能你们会没有办法收入增加呢？委员，不要一直跟我讲停车场的东西，那个太漏了啦。是委员，我们这个最近啊，是因为像加速整个在尤其像南部、东部地区，我们各个分中心使用的这个方便性，所以在短期内，因为我们的经费的关系，所以有几个学校分中心帮我们支援这个费用，但是我们已经签准，就是分期，我们就回馈给各个分中心。对，可是完成分期回馈跟收入是分开。来嘛，收入还是收入啊，所以这些分中心如果建制完成之后，你可以想见说每一个那个 PI 他在申请
那个 database 使用费的时候，缴钱都缴进来在这边，你当然收入会增加啊。是是，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设备使用费，我们是会回馈给有帮忙筹措这个设备的这个分中心的学校。但是收入是有增加嘛？对，就是这个收入的部分。所以收入要增列啊，所以当然要增列啊。可以增加吗？就说整个。刚刚全国的这个做这个 database 使用的人，若平均一个人缴给你10万块，有70个人使用，就700万，就不就是在这里面的吗？是，对对，因为我们这边的预估有会增加多少经费？我们是收，因为我们是收支并列、收支对列，对。那我们支出的部分已经都是规范，已经在这个预算里面，那个是不能支出不能增加的。对。那收入我们超收就全部归国库，收入要增加嘛，要写。是好好，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已经都超过了，好是。那全部归国库的，嘿。我知道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500万？好不好？因为你一定增列的部分，你有这么多的 researcher， 有这么多人，都本来就是会把钱交给你们嘛。就是加500，好吧？增列500，可以哈。增列500，好，谢谢。这样清楚了哈，增列500哈，第一案哈。国库这么困难嘛，对，而且这些建制了之后，北中南这么多的分中心。这么多的 PI 在使用，会增加的啦，好不好？好，不会叫你要去卖主产的啦。好，增加第一案增加500，增列500万哈。那这个部分，我想我的提案，卫务部也很清楚，因为场地的使用费确实你们分支机构设立了，可是你的连线到底事务率怎么样哈？要不要增加大家的设备和补助？刚刚你已经说明了哈，所以我同意，就是说要让各分中心的这个使用者哈，不要们荡在那边哈，那个速率越变慢了，你们没有去加强相关的设备的话，人家付了钱，然后得不到好的服务哈。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听到学术界给我们的一些反应哈。OK， 不用再解释了哈。OK， 就先这样哈。那第一案我们就陈义明委员的建议就增加500万，第二案是吴怡晴委员的这个提案是动200万哈，第三案是吴怡晴委员的提案是动100万。OK 哈。不一样，3万。第三案。啊，不是归位收入，说是这边要增加500万，是不是？第三案要增加500万，第三案要增加500万，好，那我还要动啊，动还是动嘛哈，动还是动啦，他同意我动100万，嘿，对，那就增加，那所以不是第一案增加500啊，对不起，好，那再修正一下啊，第三案哈，第一案没有增加，不增加了哈，陈委员可同意吗？第一案不增加，增加了第三案。那是证照费用，他说是不一样的项目。证照费用那个考试啊，我们发那个证书的费用，所以那个。好，那是动在第三案，不是增加在第三案，啊？第一案吗？第一案增加50是不是？好，第一案增加50没问题吧？50很少啦，对，那个吴处长，可以然后增加50，好。那第三案增加500，是不是意思？好，然后动，对，动100，好，可以哦，好。那进入到第四案是财产收入的部分，陈义明委员，这个增列，好，增列原来397万，要再增列397万，这个有没有可以吗？跟陈委员报告哈，因为我们这个财产收入是根据105年度的执行的这个情形编列的，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照列？可以减，那就增列100，可以吗 ？OK， 好，增列100，增列100哦，好，好，那我们就进入税出的部分了哈。税出的部分是序号5、6、7可以吗？七一并讨论哦，5、6、7都是公卫生培育有关。重点培育工会医师的部分。六七改主决议，好好，六七改主决议。那五呢？五呢？秀芳来了哈，来第五案是秀芳，黄秀芳委员提出来的，这个是工会医师制度的部分是4705万。那这边秀芳的意见是改成主决议，好 ，OK。那我们。5、6、7就改成主决议哈，有关详细的内容就请跟委员协调好那个主决议的内涵哈，赶快中午以前送出来哈。好，那接下来是第八案、第九案、第十案、第十一案，有关科技业务里面的科技发展工作，
总共9亿1160万哈。那有黄秀光委员的减列2000万跟冻结5000万，刘建国委员是减列500万，洪慈庸委员是减列200万，然后另外一个是委办费用的部分，洪慈庸委员也减列2000万。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跟委员共识的部分来说明一下？然后看待会再请委员再说明哈。好，是第八案黄秀芳委员的这个部分，跟委员的沟通，现在是减列100万免冻结，科目自行调整。那第九案刘建国委员这个部分是改送计划报告，改送计划报告，对，改主决议吗？改主决议，改主决议。然后第十案洪慈庸委员的这个部分是减列100万，减100。然后第十一案的是减列500万。那科目前以上这几项都是科目自行调整。第一案那减一百万，对。那另外我们是希望是说，这个部分，这因为八九十十一都是能够并案处理的话，是八九十十一对，那个并案。那这样的话，就是个别的100、100跟700，没，合并处理，合并处理。请合并处理。对。就500。这个500的，不对，这100这两个，对，这两个是一起的，对 ，OK。那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同一个，委办另外嘿，好，是有关科技业务的部分，科技发展工作这一项。黄秀芳委员跟洪慈庸委员都减列100嘛，一个刘建国委员就是主张主决议嘛哈，那所以这个项目是不是占100？好，不，那个第十一案是减500。对，但是委办费指定委办费的部分减500。对，那你其他大项目的部分减100。对，这样的意思哈。好，那主决议就是刘建国委员的这个建议是改成主决议哈，这样子18、9、10、11，然后科目可以吗？哈，可以，好，谢谢。科目自行调。自己调整，科目就是有关科技发展工作减100万，那这个项目就由你们自己来处理。那有关洪慈庸委员谈的委办费，就是指这一项啊，减500。OK， 好。来，那接下来就是第十二案、第十三案，有关科技发展工作里面有关推动卫生福利科技发展与管理，杨耀委员。建议是在1,5,893,000里面减列1,022万，好，那科目自行调整。陈一鸣委员是要删减，100万动2000万，这个部分有没有共识？对，有。那第十案杨耀委员的部分，我们是减100万，科目自行调整。那陈一鸣委员的这第十三案的这部分，我们是减50万免冻结，那也是科目自行调整。是。然后并案处理。好，并案处理是同一案。对，那这样就是减100万，然后动免动嘛，哈。对，免动。那这样是减100万，哈。是。好，这样可以哈。陈委员 OK， 陈委员 OK 哈。杨委员 OK 哦。来，那接下来是有关吴怡晴委员的这个提案是有关啊。别闹好不好？不要再这样跟我们闹好不好？哎呀，我们已经很混乱了哈。好，第十四案来，第十四案有说明吗？还是那个是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就那个公民参与的部分，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有三个。第一个是跟一些病友团体做一些沟通，那第二个呢是。就是透过医院的社福室，尤其是大型医学中心的社福室呢，那去跟医院的这些病友 做一些座谈，那第三个呢是跟台大社会系的林国敏教授去举办公民那个会议，因为有一些不是病人的，就一般大众，那这个今年都已经持续在做了，像这个跟病友团体，我们已经跟类风湿性关节，就是红斑性狼疮啊，还有这个肝癣病人，那已经都举办过一些座谈会，让他们了解 HTA 在做什么。那这个林国敏教授那边公民会议，像已经都持续做了几场专家会议。那这个礼拜六也有一个就是公民的代表的一个会议，所以那明年会持续做。所以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推动的。那希望说委员能够支持我们的预算，那这样才可以不要冻结，能够持续
做下去，其实今年已经做了有一些了啦。因为有关病人的这个对于医疗评估的参与 ，HTA 的参与其实过去是蛮不友善的啦，哈，所以本席才会说要冻结哈。我虽然你们已经开始在执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观察，所以我建议是冻结200万，减少一点。委员可不可以再少一点？再动下去就动100啦。哎，一蛮那好，我们会督促他们。好，那我动100可以吧？好了。好，你们还是可以执行吧，哈，动100啦，哈。好，好，第十四案就是吴怡晴委员提案是动100，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15、16，这么多案，17、18、19是都同时是科技发展工作里面健康医疗生技转移临床推动计划的下面有一个五大创新研发计划之3生技医疗发展研发产业中心啊，原编列预算是3亿2286万8000元。那李彦秀委员建议减列1亿，冻结1亿。杨耀委员是减列2380万。再来，刘建国委员是减列500万，那陈一鸣委员这边是减列200万跟冻结2000万，黄秀芳委员是冻结1/5。那这个部分，行政部门是不是说明一下？是，这些提案都已经跟委员沟通好了哈。那第十五案的部分，李彦秀委员的这个部分是减列50万，免予冻结。好，那第十六案的部分是减列110万，减110万。好。第十七案的话，刘委员的部分是交计划书、报告书、主决议，对，也是改主决议啊。好，然后再来第十八案，陈一鸣委员的部分是减列50万，免予冻结，免冻。好，然后第十九案，黄秀芳委员的部分是解冻，免冻，免冻。对，那以上都是科目自行调整，是如果有好，那这五件的话也是同一是并案处理。对，那如果是这样，15到19就整个动110，减110，减110哦，好，是减110，是不是那个李彦秀委员有要说？好，或是要这个司长，你这笔预算的项目叫做科技发展工作，下的健康医药生技转临床推动计划哦。你这边提供的资料资讯当中，你这笔预算做了哪些事情？包括那个现在科技发展工作当中，你们回应我的资料当中，都是一些过去已经做过旧的项目。你这笔预算是几年的预算？每一年都有，不是第一年吧？第一年吗？不是第一年，因为科技计划是延续性的，所以有的题目可能是类似，不过是因为一直在进展中的计划，那也会有不同的的子计划等等的。你是司长还是？我是技监。好，技监是。你可不可以具体告诉我，你这笔预算下面，你跟我讲说，虽然是旧有一些计划是旧的项目，但是你都在提升，但是照理说。我当然可以支持，就是说你们生技不断的要进展、要研究，但是生技的项目跟品类别其实非常的多。但是你们现在提供我的资料，我看到的是，好像过去几年都是同一项一直在做。你如果说我今年是针对肺癌的部分，我明年可能是针对于女性相关的其他的病种，那我就可以接受。但是从提供我的数据当中，你都是针对类似同样的项目在做进展，那我就会有怀疑，你到底是不是在欺骗我预算？照理说你是说啊，我这个项目我花3年，我下年度后面3年我要做其他药品的生技的相关的发展跟研究。那这个东西是3年，那后续3年我要做哪些事情？要不然都是同样的东西。我明年我如果没调整，明年后年大后年，我如果继续留在卫环委员会，我看到可能都还是同样的项目，那你就没有办法说服我。我为什么要给你这笔预算？因为当然我自己不是念医学专业，但是你要具体告诉我说啊，我肺癌你这个项目，你这个药我要研究几年？你要具体告诉我，否则我调到的资料是去年也在做这五大药类的创新研究，那今年也是，那我不知道你明年是不是，那到底大前年是不是？我如果调资料调到够细的话，说不定我还可以调得到前几年，其实都是同样类别的药在做，所以你叫我怎么给你这笔预算？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减列一亿元的原因。其实张伟，我问预算，我绝对都是有理由，我不是随便乱砍。你如果讲的有道理，我可以给你。那我建议你这笔预算再把资料提供详细给我。我要调你前五年，如果这笔预算不是今年才有，过去都有，那麻烦你，我调五年度的计划，到底是哪些类别的药？那你未来你要做哪些类别的药？你因为你的计划应该有过去五年，接下来五年，或过去三年，接下来三年，那你就告诉我你接下来三年要做什么。那我如果明年我继续留在卫环，我就可以盯你这药品这类的药已经研究完，明后年应该是别的东西，你才有办法说服我，否则我会坚持还是减列一亿元。燕秀委员是这样，如果这样需要他们再做提供资料补充，我们这个部分就先保留。好，那你们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资料给李。好不好？好，因为这是一个大型的计划嘛，哈，那也是延续性的计划，应该有过去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计划，是不是能够提供更详细的资料给委员们参考？我相信，因为这个议题有好几个委员都提出来了哈，所以一并提供给所有提案的委员来做参考，好不好？好的，好、那这个先保留哈。来，接下来是二十案。有关科技业务里面的永续提高高品质医疗服务啊，这是王玉明委员在原计划里面89,114,000元减列1,200,000元，这个谁要上来说明？有没有跟委员沟通好？还是还在沟通？还在沟通？王委员还在沟通是不是？要有结论才上来讲啊，没有结论就来。主席跟委员报告，有关这个科目下，这个出院居家安宁的这个衔接计划呢，主要是从我们长照的从医院病人住院的出院的衔接的部分所做的一个委托的研究计划案。那今年是第一年，然后明年这是一个两年的计划。那么第一年是120万，第二年是140万。那主要是参考这个研究这个参考德国啦、日本、荷兰、加拿大等等模式啊，去发展出一个适合台湾的住院病人要出院啊衔接长照资源的这个合适模式的一个研究案。这样就本席了解哦，现在这个模式已经有了，新北市已经在做了，那你们中央还在做研究，还要去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为什么地方县市的经验你们不先拿来直接就可以？如果他做得好直接就可以引用啊，还在做研究还要花到200多万，不需要吧？因为它还包含了现行的一些研究这模式上在台湾已经在这个实施中的各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啦，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研究要提出未来给医院参考的。它的必要性在哪里？它的必要性在哪？我的意思就是说长照的推动你现在还在研究的阶段，而这件事情新北市其实已经开始积极在做了。那你们现在还在花钱做研究有必要吗？他事实上也在做评估，就是说目前现行的，因为模式有很多种，他也在做评估，哪一种是从病人端而言，从体系端来言，是一个比较适合台湾的模式。本席是觉得你们这一个部分哦是没有必要了，所以原本你说我是要删120万。1,200万嘞，是1,200万了，我可以变成120万，就这样。好，那个谢谢委员，我们就我们那个计划，我们同意。好 ，OK， 所以是减120万，好。好，那第二十案是减列120万哈，那接下来是21案，也是数位资讯医疗之推动与整合，黄秀芳委员针对8,082,500元冻结1,500万，这个有没有沟通好？报告主席，这个改组决议。改组决议是不是？黄委员 OK 哈，主决议 OK 好。那再接下来22案，这个改成主决议。21改主决议是。好，那再来是23案，杨耀委员有没有意见？这个有没有决议？
23案是有关推动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5597万3000。如果有协调好就讲啊，没有协调好不是保留，因为杨耀伟现在不在。有跟杨耀伟沟通好了，是好是怎么样的情况？是现在是23案，对不起，23案啊，有点混乱哦。他不在，那我就保留。有没有协调好？没有协调好，我就保留，好不好？好，我们好保留，好不好？因为他不在，我们就先保留哈。好，那接下来是24案、25案，有关推动这科技发展工作里面，推动中医药科技计划里面的大陆地区旅费，一个是国外旅费，好，就是参加 WHA 的好这个会议。那有李彦秀，都是由李彦秀委员提出来的，针对174000，还有147000，一个是减列24万，是减列10万哦，那25万是全数减列。来，这个部分有沟通吗？好，还是要先请。好，我大概已经沟通差不多了，可以直接做处理哦。有关大陆地区的这个中药科的。中药科技发展计划，我可以支持给，但我希望我们中药在跟大陆，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竞争力哦。但是面对两岸的僵局，其实我建议是这一笔减24000，我同意给他准列150000，然后后面跟 WHA 下面这一笔147000块哦，因为我认为今年。两岸的僵局哦，其实持续下去哦。WHA 明年到底我们持续参加能够获得多少的效益？我不针对单笔去删除，但是针对卫福部后续要参加 WHA 的相关的预算，我都建议要全部删除。来，你说这一笔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对我们能够获邀还是有非常大的信心。那另外一个，我再次，我这能不能获邀不是掌握在你身上，是掌握在。那也跟委员报告，如果说状况非常的恶劣，我们如果不出席，那我们会更。所以即使状况是非常恶劣，状况恶劣跟不恶劣，能不能出席都不是掌握在你身上。我预算其实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不能出席就意义不在。那但是你们今天早上官网还在，行政院的官网还在不断的在写说大陆如何在近几年如何打压台湾。那当然我觉得民间当然可以讲，国人对于大陆在各项如何去打压，当然大家心里有一把尺，但是公部门一方面又希望两岸持续有很多各部会私底下对于各个产业好的交流，但一方面又在官网上面说大陆打压我们，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很奇怪的。那如果是持续这样的两岸持续下去的话，我对于明年能不能参加 WHA， 其实我个人并不太乐观了。所以今年去到底有多少的成效，我可以不针对这一笔三，因为它只有147000块，我建议。这个后续 WHA 相关的旅费，我建议是一并来看。那我可以，我本来是全数减列，我或许可以同意说给一半，因为或许如果你有机会参加一些周边会议，我是可以支持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两岸现状下去，你明年参加 WHA 是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成效，甚至是可以正式成为观察员。至少我个人是不乐观哦。所以这一笔我刚刚已经跟我沟通过了。我到时候把 WHA 相关的预算全部都一起来看，那再一起做讨论。以上。好，所以这项目，也是同一个，要保留。同一件事情哦，这个保留再讨论。跟那个李彦秀委员，我们也是一样哈、哦。我们觉得在这个案子方面哈、哦，是不是可以请许处长？哎呀，还有那个处长，对，部长啊。WHA 的问题哦。在本席其实再次跟就是我们有去瑞士去实地的考察的时候，本席是觉得啦，如果你们真的一定要编这个因为我们部长也在做我要说明的是，不需要找那么多的局处首长都去了，更重要的反而应该要编预算，让国内的公卫的学者团体能够。好好的做一个相关的研究，然后在那边能够开
一些 subcommittee 的会议，那才是重点啊。在那次开会的时候，因为部长其实要报告的就是 global surgeon， 好、哦，这个外科的 humanitarian， 外科的这个人道的救援。我在现场也碰到哈佛大学的我们以前的学长，他们也是参加那个外科的救援，还邀请当天晚上我们去参加。我要说明的是，如果人家美国可以让哈佛大学每次 WHA 都是可以做专案报告，可以开一个会的话，台湾其实是有这个能量的嘛。你不管是台大工卫学院、高一有工卫学院、北一他们现在工卫营养学院改名做工卫学院，这么多的工卫学者的专家，应该要补助他们去做一些 study， 去做一些规划，让他补助他们旅费，让他们能够去那边开这些 subcommittee 的会议，那才是能够推广台湾在工卫的成就嘛，对不对？部长要说明一下，对不对？不是说编旅费就是在那边让这个局处首长参加，那反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公共卫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能够 contribution 的部分编旅费让他们能够去呀、啊。国际合作处的许处长在这边嘛、嗯，你们每次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好把狼戏耶，打败东西好，那个医学中心自己还要掏腰包的做这些国际合作的东西，你们编的钱都编得不够，然后没有办法长期的让这些公卫的机构能够去做这方面，能够去到日内瓦，能够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报告的 committee 嘛，我们刚才委员有不同的意见，我建议这个东西你们应该好好规划。对，完全同意陈委员的意见。所以明年的如果 WHA 去的话，就这个公职人员选一半，其他的公卫医疗学者会另外一半。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因为看起来我们对于去参加 WHA 的一个会议啊、哦，那有相关不同的意见，但刚刚陈委员也提议，不是只有公部门去哦，应该结合我们的公卫的专家学者们一起参与这样的会议的哈、哦。那明年是有编列这样的也。好，那所以我们先保留好不好？因为看起来我们是支持更多的我们的政府部门以及我们专家学者能够参加 WHA 的这个会议啦哈。那但是因为李彦秀委员还是有一些疑虑哈，所以我们待会这二四二五哈，是二四没有也还没有共识嘛哈。就减 OK 是二四就减2.4万没问题哈。那二五就变成因为还有其他的向下。参加 WHA 的会议都还有待会一并来讨论，是不是？好，那我们就25案先保留哈，先保留。好，那接下来是26案、27案，接下来其实都是有关国卫院的相关预算。那我们先处理2627，是不是？2627最大项。好吧，2627是最大项的项目哈，24亿是。国卫院全部的会用了哈，所以我们先这两个先保留，等一下再回来看。我们先从28案一直到30案，好，这个部分是有关国卫院医卫生命科技研究计划，总共有15亿5557万5000元。洪慈庸委员建议减列2000万，然后冻结1亿。黄秀芳委员建议减列1000万，冻结1/10。那刘建国委员是建议减列200万，冻结200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国卫院要来做说明？还说明完之后，我们再请委员，可以再有没有达成共识？我们没有啊，已经有共识。有共识哈。来，跟委员报告这个案子哦，我们跟洪委员，洪委员这边啊，共识是。动1/10啦，动1/10。啊，黄秀芳委员是说，减列100万免冻结了。哦，好，100万。刘建国委员是冻结200啦，所以这样就冻结200下。哎，这有一点，还有一点，三位委员还没有。哎，我们会一起处理。哎，嘿，那如果洪慈庸委员动1/10，就等于1亿耶。对啊，对啊，这个就你要不要再跟洪委员沟通啊？因为你要动议，你能做哈？不是做不下来，就那你做不下来。那没有，我们这三个委员是共同一起处理。是是是。那如果
刚提到黄委员的没问题，减一百免动，然后那个刘建国委员动两百，你们也没问题嘛？是。哦，那洪委员动十分之一，是1亿5000多万。对，有困难，你们要再沟通好不好？对对对，有我们持续在跟黄委员沟通，因为这个钱是国务院的整个营运计划啦。就是维持国务院的运作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钱呐、啊，哎，啊，它动了以后，这个就做到半年大概就没有钱了，哦，就要关门关灯了。洪委员，我们请再跟你沟通一下好不好？还是你要来说明？啊，但是你们那个提出专案报告之后就可以解冻啊，你们现在成效都不太好。不是，这是研究案嘛，哈？是这个研究过去啊，支持了这个。啊，很多政府的这个政策计划，同时也有啊，去年一年也有四个这个啊计转案哈、啊，对国内的这个生意啊，都非常的这个啊，能够帮忙国内的厂商啊，在做研发上面呐、啊，所以是不是啊，拜托委员给我们支持。看能少动一点，是不是少动他们让他们可以执行业务。哎，好，你们能够讲个数字吗？啊，就拜托委员同意。是不是？啊、报告委员，要不然这样，是不是动二十分之一好吗？二十分之一是多少、啊？已经二十分之一就是七千多万了。七千多万。七千多万就是撑到第三季了。哦，撑到第三季。就是撑到第三季，如果在第三季以前可以解冻，那还有一点机会这样。我建议你们再跟委员沟通，好不好？可以啊，好不好？先保留一下，你们等一下再跟委员沟通，你动那么多，看你怎么运作。好，谢谢。好，那这个部分哈，我们待会还是要保留，先保留哈。那请行政部门再跟委员再做沟通，好不好？那再来是31案，31案是有关 PEACE 哈 SGMP 的生物剂。制剂厂营运的规模，这个1亿多哈，杨耀委员建议减列2050万，这个有没有跟委员沟通过？是怎么样？有改主决议，改主决议是不是？是。杨耀委员的助理在哈，我要确认他 OK。杨耀委员在不？助理不在。好，那我就先这样子处理啊哈，就是改成主决议。那接下来是杨耀委员的提案，是有关新营标靶之创新药物研究及开发1,556,300元，要减列15,600,000，这个呢也是主决议，也是改成主决议。好，也是杨耀委员的33案，这个有沟通吗？减列120万，也是改成主决议。好，那我们就进行到也是国卫院的34353637啊，黄秀芳委员针对这个物质成瘾研究计划。这个编列是1,804,600,000，王秀芳委员建议全数减列，李彦秀委员建议减列800万，杨耀委员建议减列460万，王玉明委员就是冻结500万，那这部分有没有跟委员有共识？这个，共识是改成主决议。谁？黄秀芳委员吗？都还是全部改成主决议？全部好。全部，哎、欸，没有，好来，那个王玉明委员没有同意哦，是其他，哎、欸，那个秀、哦，那我一个一个问一下，秀芳委员，这个黄秀芳委员，哎，我们这个34案啊、改成主决议没问题哈，好，然后李彦秀委员这个是改成主决议嘛哈，35案，好，还没一下，好，35万，有关物质成瘾研究计划。OK 哈，好，那杨耀委员没问题哈。那刚刚是王玉明委员有意见，来王，你要动100万是？那个王玉明委员动100万，可以哈。好，那这整个计划就动100万。对于委员们的那个要求，还是就请国务院这边来做那个三个都是主决议，对，三个都是成为主决议。主决议是不是？哦，已经并一个主决议。OK， 好，一个主决议。好，那王玉明委员这边是动100哈。好，那接下来是38案跟39案哈。38案是吴育勤委员这边针对
医疗卫生产品及技术之研发3,337,385,000，减列十分之一。杨耀委员是针对这一项减列1,156,000。来，这个部分。报告，吴怡群委员，这个部分是动五百，改动五百，改动五百，是。那杨耀委员呢？杨耀委员这边是主决议。好。OK， 好，那我们就主决议好。好，没有意见。OK， 好。那接下来是40案跟41案，有关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聚落之合作体系，这个黄秀芳委员建议，有1,750,000，黄秀芳委员建议冻结五分之一，刘建国委员是建议冻结100,000，这个部分有协调吗？都改主决议，都改成主决议是？那个刘建国委员。两个都改成主决议，还建国委员，因为国也是，你们确认了？两个不是撤案吗？刘委员在吗？刘委员在啊，对不起，没看到你，对不起。好，来，那个41案改成主决议 ，OK 吗？41，好哈，会使哈，主决议。不是一个别啦，因为人家委员都是个别有他的意见，所以应该不是整合成一个啦，是个别啦哈，个别好，是好，对，40跟41都改成主决议哈。那我们接下来42案是洪慈庸委员提哦，已经进那对不起，那我要回来那个最前面的2627最大的这个国务院的总预算，那能不能统计一下刚刚？删了多少，然后动了多少，能不能统计一下？因为这边就是最大项了。还有个保留哈，刚刚那个李彦秀委员还保留那个要动十分之一的的部分，还有洪慈庸委员的啊，不是，这洪慈庸委员不是李彦秀委员，对不起哈。对，那是不是等一下再处理？26跟27也要等一下再一起处理，好不好？等一下你们统计一下。对，因为对不起，在这里28、29、30这个案要确认之后，我们再回来看26、27整体的，好，对不对？先保留好不好？你们赶快协调一下，最后26、28、29、30的这个案子，然后我们再回来最后处理26、27到底动多少跟减多少，好不好？你们再统计一下哈，好。好，先保留。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社会保险业务了，42案哈，42案有关社会保险业务里面，社会保险行政工作3,641,500，洪慈庸委员建议减列282,000，这有沟通了吗？委员这边跟委员这边沟通，就是这一部分不删不动了哈。我们是对对对，那是改是我因为我们有提一个今年的明年的议程给委员这边，所以就是怎么样？是没有就撤案吗？就改主题是对同意同意不列不减列，同意不减列是撤案吗？有没有主决议？有没有主决议？没有主决议，没有主决议，撤案喽。是，谢谢。好。是，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是43案，杨耀委员的针对全民健康保险管理418,000元，建议减列1,140,000元，这个有没有沟通？对，有沟通，是要改主决议，但是因为杨委员他现在不在。在现场，对对对，如果有沟通，除非待会杨委员回来有异议，我们再来处理，好不好？好，谢谢。我们就是现在就是先主决议，好不好？ Okay， 好，谢谢。那待会委员回来，我再请他一一确认一下，好，谢谢。好，接下来是李彦秀委员，也是针对社会保险业务里面的全民健保里面业务费、一般事务费187,000，减列了935,000，这部有跟保留，是不是？好。彦秀委员的这个44案保留还没有沟通好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45案、46案、47案。对，好。好，我们请那个行政部门沟通的过程中音量降低哈，不然会太吵杂了哈。后面的
哎，都听不到声音了哈。好，来，接下来就是四五四六四七有关社会保险里面，长期照护服务的规划。那这个部分原来是6,667,000，李彦秀委员建议全数减列，王玉明委员建议全数减列，陈一鸣委员建议全数冻结。这个部分我们行政部门有没有跟委员们沟通？还在谈是不是？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暂时先保留哦。好，你们还没谈好。对啊，王玉明委员，你要三二分之一是不是？哎，三二分之一，哪一个？好，是不是这个部分请保留，我们一起等一下一起讨论好吗？哈，因为还没谈好，嘿，你一起处理，因为等于三个案子一起处理呀、啊，嘿。第二来不及啊，你们还三二分之一，你们刚刚有跟委员解释了，但是委员还是坚持三二分之一。嘿嘿，就如果真的不行，就要交互协商。嘿，请委员是不是可以保留？我们等一下再跟委员这边再做一些沟通。你不想再讨论，因为他，那没关系，尊重委员嘛。那个李彦秀委员的议案，还有陈一鸣委员的议案，是不是就保留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讨论。那王一鸣委员也是要求是三减二分之一哈。好，303万。那要讲科目，要讲是科目要去检查，都简练。预算项目会，它是不符合预算项目的。好，那个4546,47这部分。来，我再具体建议，因为事实上这一笔应该不应该编在社保司下面的哦，它的预算的项目跟它所执行的业务，事实上是不符合的。那我觉得还好是说，我们几个研究室，大家预算，大家有认真在看，但是我真的是在部长，我真的在提醒你们，现在所有的各单位哦，卫福部下面各单位，预算项目。绝对要跟执行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要随便拿预算来糊弄我们。我觉得这笔预算给你一半已经是客气了。跟委员是不是我再说明一下啦？因为事实上，这个他是长期照顾的话，在部里面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分工的，并没有说因为我们叫社会保险师，所以他必须是保险的业务，我们才能够去执行啦。因为里面有很多。需要服务的这个评估啦，还有一些相关的核心的工作，事实上在部里面大家是要分工一起来做的。部长，我刚才做了大概半个钟，一个钟头所有的预算项目我都觉得说你们没有办法让我执行过后，如果是例行性每一年都编列的预算，实在是很难去让我直接看到你每一年或每一段时间之后，我如何看到你这些预算项目的具体成效。当然如果我时间很够，我每一笔预算我要求你给我五年，过去五年你执行的成果报告，你未来要怎么做，那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看。但是因为中央的预算其实是非常的庞大，不容许我每一笔看得这么精准。但是你如果让我抓到说你哪一笔，其实你现在这样子讲，我也抓不到说你这笔预算我给你之后，你如何达到预期的成效？你当然是说，我们各部会在编。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服我，所以我跟王委员一样，要不就三一半，要不然就，是不是可请委员，比如三三分之一或者三一百万这样子？因为我跟委员报告过说，就全民健保或者是一半是多少啊？303万。300一半是300，但是我们希望说三分之一啦，三分之一是200或者是202万或者100这样子。王委员如果支持的话，我可以接。他们建议3/3，202。那250呢？250。你没有？你们吧。还是让我再说一下，因为事实上以这些这几个业务的规模很大啊。200，是不是？是250啊，250好 ，OK， 那就250。好，3/250哈，所以就不保留了哈。那科目就是4546,47，好，减250万哈。好，来，接下来是48案，有关国民年金保，不，对不起，48495,50也是哈。
那是有关国民年金保险管理的部分。那杨耀委员对437万7千减列建议减列107万，王一鸣委员是建议冻结200万。那李彦秀委员这边是有关一般事务项目，事务费用是减列129万7千元。哈，那行政部门来。那个杨耀文，因为他原先是说要改主决议，他也没在现场，好，改主决议嘛，哈，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请保留给大家。对，那个王委员的这一个也是国民年金，这也是改主决议哈，已经送出了签了，嘿，是。那李秀委员对一般事务费，对这个怎么样？有改主决议还是有怎么？还是保留，因为跟前面的案子一样，他现在还在沟通，还在沟通是不是？对好，那个李彦秀委员，这个是保留吗？先保留是不是？好，好，那我们4849是主决议啊，那50是还在保留哈，等一下第二轮再回来处理。那接下来是51案，也是社会保险业务有关直辖市健保欠费缴款专案的补助，24亿2356万3千，王一鸣委员建议全数减列。有麦克风，嘿，我的那个数字好像那个行政那个我秘书处这边有帮我修正了，我减列的数额是对的，就是说我原来预算数那个24亿，我们要全数减列。哦，我减列的这个金额呢，就是这次我们看到行政院主计处他去调整变更过去中央对这个台北市跟高雄市有关健保费的补助的这个比例的调整。那我请大家看清楚哦，就是说他这一笔24亿的经费里面呢，就是高雄市政府他占的比例就非常高，高达16.4亿，然后台北市政府只有7.8亿，这个争议非常大。所以我想这一个部分呢，我主张是要删除。那如果主管机关还有意见的话，就送朝野协商。好，来那个行政部门，是不是这个部分可能这？对，你要不要？你既然在报告里面提到说为符合公平性跟合理性，所以你们七月修正这个原则嘛？麻烦跟所有人报告一下你的公平性跟合理性在哪里？我那个王委员，我先确认一下，你原来要删的应该是1亿5600，是不是？不是，15亿。15亿啊，十五，对不起，十五。这针对高雄的部分是15亿6500万呐，哈，所以没有错，我们还是做对，好不好？我可以麻烦主管机关在健保费这个部分，你的公平性、合理性可以讲一下。好，跟主席跟委员报告哈。那因为事实上这个是就像委员刚刚提到，是行政院主席总处他跟直辖市做协调的，对不对？也不是，他们基本上是他们去帮忙协调，但是所谓我们上面叙述的说是按照同比例，那是跟台北市去做一个同比例的一个补助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所有需要开单的这个的部分，作为分母的话，他的补助的实际的数字的比例，两个能够你这个比例的原则是什么？这台北按照台北市的比例，台北市那个比例是什么样的比例？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详细的情形恐怕是要主计总处了，但是我们这边详细的情形要主计总处里面预算就敢编在这边，全部。好，那是好，是不是这一项王玉明委员建议是删减哈，15亿6500万哈，那有困难行政部门有困难，我们就是交互协商好吗？保留交互协商，好，就不用再讲了。OK， 这个你们没办法回答，就交互协商好不好？好，朝野协商哈。好，51案就保留送朝野协商哈。那接下来是52案，52案也是国民年金的保险，什么了？哪一个案？是。对，你要发言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刚刚是保留送协商，你要再可以吗？那个还要讲话吗？还是保留送协商？因为他高雄，好来。哦，
因为这个案子是王委员特别提到，这是涉到高雄市的相关的一个当时的基建健保会的议题吗？是吧？对，是。在劳动部的时候就已经说明过，王委员，我想针对当时处理高雄北高两市的一个基建劳保的相关的，包括健保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费用，当时的补助的方式是用非涉及部分，对不对？对，一开始第一阶段是用非欠费，我还是要再重申一遍呢。当时马市长提出来的法律诉讼，后来法院判决是败诉的理由，不应该以非涉及部分来做补贴，但是行政部门后来还是以非涉及的部分来作为补助北高两市的劳保跟健保，尤其是健保，从1998年到2001年的相对的一个补助款，给台北市是204亿，给高雄市是13亿，这样对高雄市来讲公平吗？我们不要求要比台北市多，我们只要求当时的补助的办法用非涉及的一个部分来做补助，台北市非涉及的部分占了58%，高雄非涉及部分只占9%，用法院判决败诉的理由作为补助北高两市，这样对高雄市来讲公平吗？可以用败诉的理由作为补诉要件吗？我今天在问行政单位，如果法院判决的案例，法院判决他的理由是不能构成补助要件，可以用他判决的理由作为补助要件吗？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补助吗？我同意今天在委员会来对，可能我们没办法在这边跟王一鸣王委员，他有他的坚持的理由，但是我们高雄市也要有说明的机会，而不是说全删全减，这部分最起码也要有一个公平。好，如果说考量到公平，我们还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吗？我们今天不管蓝跟绿，公平是大家一直在追求的，我觉得不应该把政治的议题放到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去做讨论。好，来，谢谢那个，好，你要再补充啊？我想这个案子哦，因为行政院主计处的一个决议，我们正在审卫环委员会相关部会的预算，结果就影响到了劳动部，也编了一笔钱，现在我们看到卫福部也编了一笔钱。我很赞同刚刚钟宏昭委员讲的，要讲公平就要讲一致性的公平。今天刚刚钟委员提到的地方法院的判决，他提到说地方法院的意见是什么，最高法院他的意见是说应该地方都要来负担，他的理由是通通都要来负担哦。本席其实也赞成呢、啊，如果你们中央够坚持的话，都不要帮地方付一毛钱呢、啊。为什么非涉及的部分要列入考量？非涉及的部分列入考量，当时是基于，就是说台北市它的特殊性，这么多外来县市人口，他要来这边上班之后，他的劳健保都挂在这里，变成是台北市的负担。那高雄市可能也有类似的状况，那高雄市比较轻微。就这个部分对台北市来讲是一个在台湾非常非常特殊的现况，
大家都来台北市工作，变成台北市政府缴完在这边工作的人口的劳健保的费用，他去负担那个费用，这有这个历史脉络的缘由。如果今天要讲公平性，本席主张两点：第一个，回到那个法院的判决可以啊，北高完全自己负担起来；第二个，在这一次的协商当中，新北市有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有或没有？没有啊，因为高雄市积极争取，所以你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方案，让北高就可以按比例。那之前乖乖缴的新北市呢？新北市有没有负担这个健保费？有没有？他有没有缴？都缴完了嘛？那所以我们的政策是在鼓励谁？乖孩子、乖宝宝，缴完之后，反正缴完就算了。那如果有人缴的比较少，然后一直积欠的，最后用集体的力量来跟中央争取，然后争取成功了，就成功了。或者是你中央政府再大方一点嘛，一笔勾销嘛，都不追究了啦。反正这个101年以前的新北市的政府也还回去，台北市缴的我也通还给你，高雄也不用再缴了，这样好不好？一笔勾销。如果要论公平性，大家就好好来论断。为什么本席一直在意这个案子？任何事情，特别是你们是中央部会主管机关，我不相信改朝换代，你们在一些形式作为上面可以有那么大的一个调整，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嘛？而这个道理可以说服人，而这当中我看到的是，过去都有缴的，就还有一个叫做新北市。那请问新北市的部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退款吗？人家都缴来了，还是你现在按照现在最新的你们的算法是什么？21.9%？那新北市也雨露均沾呢、啊？如果这样子，你就是达到一致性的公平。你是要用这样来解决101年前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就是真正的公平，因为这件事情啊、哦，涉及到还有劳动部啦，所以我建议主席啊、哦，就是还是在朝野协商处理了。好。好，我想我们刚这，哎，不要啦，不要啦，哎，那个可以，我们就是补充说明，我为什么不能补充说明？我们、就是、主席，他可以补充说明，为什么我不能补充说明？好啦，那好啦，简短一点啦，本来是已经说要送朝那个朝野协商了啦，哎，好啊，移民你也来自高雄哦。大家应该互相、好啦，我是说，好啦，不要，这个不是针对高雄市。嗯，你刚刚提到新北市，新北市没有并列直辖市之前，请问他的补助费用不行，是各半，不要，还是全额由中央来补助？说明一下，它是一比例地方付了，101年之后才101年7月份以后了。全部由中央都没有，都是由中央付。我是说，当时的院辖市的比例是各出一半，对不对？是的。那省辖市呢？省辖市并不是在这个直辖市的这个，所以不在直辖，全部由中央来负担嘛，对不对？才3-4个不够了。所以怎么会有说他补一半，我补一半，新北市补一半，新北市也出一半的问题呢？这个计算的基础是从民国几年80几年开始算呢？当时99年提出的案子的补助办法只适用89年到101年了，这个不合常规、不符合公平的一个补助现象。我刚刚特别提到，你的立法本来就不公啊。我刚刚在问啊，就算要回到朝野协商，我再问你啊，当时如果用败诉的理由作为补助要件，可以吗？是高雄市跟台北市劳健保的相差比例400多亿耶，高雄市不是没有还，还了375亿，你们补助给高雄市总加起来才61亿。包括劳保跟健保相差了375亿，今天如果高雄市有这375亿，高雄市也还了300几亿耶，不是没有还，该被你们强制执行了，也被你们强制执行了。
该做的高雄市该做的也做了。今天我刚刚提王委员，我们不应该把政治的议题带进来，我们就回到真正的议题，回到公平性。你刚刚特别提到新北市，那我也跟你讲，新北市还没有升直辖市之前，劳健保他不用负担。对的，但是他算是从1989年开始算。对啊，但他1997到1997。新北市补了多少？还是比高雄市多啊？但是你不能说这样，这个就是对高雄来讲就是全删。嗯，先保留协商嘛，哎呀、啊，保留协商我也有意见啊。如果我今天不表达意见的话，代表是我默认啊。嗯，是。我虽然是不分区，但是我跟你讲，我之前在劳工局全部的预算，劳保跟健保全部编列在我劳工局里面。嗯、你要讲来龙去脉，还要讲历史缘由。我们可以两个互相，你站那边，我站这边，两个来对比。好，我们当时每年都跟你们劳保健保局，我们提了多少次？这八年来，我们跟你们建立了多少次？好，钟委员，我们这个这个案子，我们刚有讨论，我跟你讲啊，保留送，就算101年回归到中央啊，你给台北市的还是60几亿啦，给高雄市才1.9亿啦，给101年7月份以后哦，同样健保局哦，你们补助给台北市补助了60几亿，给高雄市1.9亿。哪里叫公平？好，我想现在我们是朝比较看未来是怎么样朝一个公平，然后大家合理的一个这个补助了哈。哎，是。你问问他们来回答。101年全部回归到中央之后，你101年、02年、03年、04年，你还补助台北市61亿，补助高雄市1.9亿，怎么差了50几亿？来，这个。卫护部是不是商市长可以回答 吗？好好来，交给卫党团先生哦。好了，先让那个商市长来说明一下吗？就是或者健保署都要说明。如同刚刚委员关切的，事实上就是行政院也是考量在公平的这个原则上面去协调。协助他们去把这个欠款做还款了，好，因为这笔钱哈，在健保会其实常常看到呆账放在那边呐，哈，算是一个要待偿还的一个债务了哈。那可能地方政府也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央这边变成要做了一个这个协助的一个角色了哈，让大家能免除这些债务，因为一直挂在那边挂蛮久的哈。健保会也是常常在盯他们钱，为什么什么时候还呐哈？好，但是因为透过这样才能够比较公平的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好，那我们这件事我就先保留，我们的决议是先保留送协商这个朝野协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是吴坤义委员有关那个国民年金保会补助的部分，他要改成主决议啊、OK， 我们吴委员已经到了，那我们是不是先休息10分钟？已经开了2个小时的会了，我们休息10分钟。好，我们中午会休息哈，大概最多开到12点半我们就休息哈，啊下午2点半开始哈。还是2点，2点半哈，好。但时间需要沟通的，赶快沟通哈。
对呀、啊，哎，我们继续开会。那刚钟孔照委员对于我们51案的保留送朝野协商有意见，好，所以这边有一个提案，好，对，来请那个议事人也宣读一下。针对卫福部第三目社会保险等业务直辖市健保欠费缴款专案补助全数照列，提案人委员钟孔照、吴玉琴、林静怡、吴坤玉、黄秀芳、陈曼丽、刘建国宣读完毕。好，那钟委员要做说明，再做补充。大家都在谈委员中心制，如果针对这一部分，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看法，所以我提议用表决的方式。好，那刘世芳委员也要补充是吧？来，针对这一案哦，我觉得站在高雄市啊，很多市民的立场。本来就觉得是以前不公平的部分，现在把它变公平。为什么以前不公平呢？因为以前台北市长是马英九时代，他抗拒这件事情，而且跟当时的卫福部打官司输了，败诉了。但是后来马英九市长变成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呢，就要求当时的行政院把它一笔勾销。那在马英九市长的时候呢，当时是卫福部补助台北市的多，补助高雄市的少。现在只不过请卫福部要求原来的公平的预算来处理，怎么有可能不了解高雄市的其他政党用这样的方式就要全数减列掉？所以我建议啊，是不是可以按照刚刚那个钟孔昭委员的方式，用表决的方式处理，而不是全数减列？里面写的理由完全不能够接受。好，因为对这个有关第51案的提案哦，就是原来要全数减列15.65亿的这个补助哈，健保的一个费用的补助有异议。好，那钟委员是建议要这个照列。好，那我们要建议也是对于提案建议再做表决。那原提案人王一鸣委员要再说明补充。主席，我要再一次重申哦，我们是在审中央各部会主管机关的预算哦。刚刚两位委员的发言，他们都来自高雄，我可以理解，他们极力站在高雄的角度来争取。但是我只希望大家看清楚自己的角色，是国会议员。今天我们在审的是中央部会的主管预算。如果我们今天审预算，可以是在地的委员，他基于他在地的利益。然后他提出来的中央政府就要照单全收，我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那新北市的委员也可以基于他们的利益去做这样的主张咯。我的意思是，任何的中央政府，特别他掌管所有的预算，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公平跟合理而已。今天这件事情还不只是涉及到卫福部，还有劳动部。那如果今天在野党那是多数，今天执政党是多数。如果他们硬要这样子处理，在委员会做这样的表决，本席没有意见。但所有的全国的民众，请大家看清楚，现在正在转播的，大家在讨论的是什么样的事项？为什么这样的事项不能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来论述真正的公平合理的价值基础在哪里？而且如果要讨论，不是只有讨论高雄，把台北、高雄还有新北过去在整个健保费还有劳保费的补助，这三个直辖县市都有负担，也都有缴钱。如果我们今天要论一个真正的公平合理，大家重新再来谈啊，不是某一个县市的直辖市首长跟行政院谈完之后就拍板定案了。那这样子，请问对台北市公平吗？对新北市公平吗？今天本席要的就是一个公平跟合理性，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透过朝野协商大家再来论断。那如果今天，我想这个刘世芳委员也是代表民进党党团了，他来这边压阵了，就是硬要过这样的一个案子，我觉得我没有意见，但是这样的一个结论，我希望全国民众大家都可以来
合理的看待，就是说这样子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处理方式。好，刘世芳委员还有要表达，我们控制一下时间。 好，我控制时间，非常谢谢王委员的指教。王委员真的不了解所有的 来龙去脉、我只有一句话，高雄市劳工跟台北市劳工是不是要同样享受同样的劳动权益？另外呢，我们所指的这个所谓欠费的问题啊，当时的直辖市只有台北市跟高雄市，新北市是几年前才变成直辖市的，所以搞不清楚状况不要乱提案。我觉得还是一样，刚中委员啊，他已经表达他的立场，我就不再重述。我觉得这不是高雄市政府的问题，而是全国劳工权益要有一致的问题。更何况补助的费用呢，是经过合法的编列，也不是补助给王玉明委员，也不是补助给钟孔昭委员，也不是补助给刘世芳，是补助给全台湾一致的劳工权益上面，所以经由高雄市政府来解决。所以王委员，你不要搞错了，谢谢。好，新北市是后来成为直辖市之后，是啦，好。孔昭还要再发言是吧？好，我们来表决钟孔昭委员提案，好，对第51案主张全数照列，那请这个部分我要请大家就是举手表决好吗？好，那我们有没有异议？好，对这个有异议，那我们就是来进行表决，以举手的方式。好，那我们现在赞成钟孔昭委员这个预算照列的部分，请举手好吗？钟孔昭委员51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在在做表决，好，请举手表决，1、2、3，对吧？6票，好，赞成的人数有6位，好，那反对的人数1、2、3，哦，3位，好，3位，好，好，那我们赞成的多数，好，所以第51案，哦，全数照列，好，谢谢，那我们就进行到接下来的议案，哈。53案有关社会救助的部分，这个社会救助的部分有关督导各项救助的项目，有原列数是8亿5238万6千，蒋万安委员这个冻结500万，这个部分有啊改组决议，好，好 ，OK， 没问题就就不用讲了哈。好，那接下来也是社会救助有关督导业务里面补助直辖市、县市政府，及国内团体办理串联弱势服务，原来是3200万，李彦秀委员建议减列200万，这个部分有没有共识？我们跟委员报告过，改为主决议，也是改成主决议哈。好，来，哎呦，哎，54，哦 ，OK 哈，好。接下来55案是也关社会救助办理急难救助2亿7168万的部分，蒋万安委员建议冻结3000万，撤案哈。好，谢谢。来，那接下来是也是社工司的哈，对，社会工作及社区发展业务有关社工专业制度，还有这个两个有吴怡晴委员冻结，建议1亿4200万9000元冻结1/10，刘建国委员是。建议冻结50万，然后还有58案是黄秀芳委员，冻结300万，这个部分有相关的这个共识吗？有，56案这边是改为主决议。好，对，好。然后57这边也跟委员报告过，改为主决议。主决议，好。那58就是冻100万。冻100万，好。所以这个有关规划社会工作专业的部分啊，56、57、58，我们就是。5657改成主决议啊，58动100万，是，好。那接下来是59案有关社会工作及社区发展业务有关卫生及社会福利志愿服务的部分，1217万1000元，王玉明委员建议减列715万，这个有没有共识？有，也跟委员报告过，目前委员同意冻结50万，冻结50万，好。王玉明委员 ，OK 哈，好，接下来是60案，有关杨耀委员对推展社区发展2000万3000元，建议减列107万，这个部分有没有沟通？这个有沟通过，委员方面同意改为主决议。好，主决议哈，好，好，接下来是6161263哈，有关参加两岸基层社区发展业务。
社区发展业务考察交流的部分，研累是87000。黄秀芳委员建议前述简列啊、哦，洪慈庸委员啊、三个哦，洪慈庸委员还有李燕秀委员都建议前述简列，有没有问题？好，61案这边61、62、63。跟委员也报告过，改为主决议。主决议好。好，然后62案也跟委员报告过，这个是冻结，全数冻结，全冻、嗯。好，然后63案也跟委员报告过，目前是冻结50000，删减37000。冻五万，冻五万，减37000。对。好，那都没得。好，合并是怎么样？哎，全。对，不要全数动啦、啊。哎，不，哎，62跟63是减，等于是合并减三万七，然后动五万呐、啊，哎，这样。对，是啊，哈、哦。嗯。好，没问题了哈。好，那接下来是64案，也是公益劝募的88万，蒋万万委员是建议动10万，这个部分。主决议好，改成主决议好。哎，接下来就保护了。好，谢谢。来来，接下来是保护的业务。保护业务里面，针对这个推展儿少保护及厨艺辅导的部分，9400也是改主决议是吧？哦，好，已经资料来了哈。好 ，OK。好，再接下来是66案6768一直到70是吧？总共有好多案哈。那是一般行政的部分。总数是8亿6772万8000元，刘建国委员建议减列200万，动500万。林淑芬委员是除了排除人事费用，动1/5。再来是王玉明委员是动1000万，杨耀委员是减列100万，科目自行调整。洪慈庸委员是建议减列1223万4000元。好，来这个部分有共识吗？有没有跟委员沟通哈？报告，这个第66案还正在跟委员沟通中，希望建议改66案还在沟通。对 对, 对，然后这个68案的部分有去跟那个王委员办公室沟通，就是改冻结100万，冻100。好，然后呢，杨耀委员这边有没有沟通？杨委员这边也有沟通，就是大概变成减10万，减10万。好，洪慈庸委员这边呢？那这边就不删不减。哦，不删不减。是。那问题是？所以现在还有林淑芬委员还没有沟通到，是不是？对。哦，好。那刘建国委员还在沟通嘛？好，来，刘委员有一来，刘委员。好。来被沟通来。特地来沟通来。是要被沟？哪一个要上来回答？是哪一案？66案，对，一般行政。因为刚才试一下沟通了，那我们现在就在台面上来沟通。这个国会联络人，基本上我是希望贵部能够补足嘛，那整个在沟通协调的过程里面，他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扮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是个别委员，那跟贵部提出相关的这建言，那可能也涉及到有一些比较不宜就是说在专业上有一些思考了哈，他可能就国会联络人他要有一定程度的专业了，简单讲就这样，他要接手他一定的分际。好，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你就是可以用一个正规的在。各单位在贵部的各单位里面有受过这样的一个训练，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他来当国会联络人，也帮贵部可以跟这个立法机关各个委员来做良善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但是如果你们新聘的人员是用约用的人员，那我会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嗯，好，你们要不要回答？你按掉了。来。再按一下。跟委员报告，其实部长非常重视国会的人力哈。前一阵子部长还特别请这个国会好好在部里面挑一个人力哦。那我们已经在11月15号增加了一个这个祭祀人力，谢谢。好、啊。什么？祭祀什么叫？祭祀，
编制内的技师，然后当然还有抽调其他的人力，对。可是编制人力补足了一个技师。那个技师是正规的。正规的，正规的。对，正规的公务人员嘛，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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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我刚才讲的问题你没有答复我。有那个。没有。因为其实。就说除了正规，当然还有调用一个那个约用的那个人力在协助。对啊，我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嘛。那你对约用的人员怎么做一个说明？哎，我六。我非常支持那个，我会往这个委员的这个方向来努力。意思是国会联络人的部分会在正职要正职，尽量正职，适当的人选嘛，哈。对。对。你安尼讲，我都唔知要安怎讲嘞吼。我支持。唔，我表达意思足清楚啦吼，唔是要互恁，要互恁嘛，要互恁嘛。啊，要互恁就是希望讲你就是有一个正规的公务人员。基本上，他跟部长，他因为政务官，他当然可以聘一些机要的人员来协助部长来推动相关的这些部的业务嘛吼。但是国会联络人，国会联络人，他就用约用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我会觉得是有问题的啦，好、哦，那相关的细节，我想这个不用在这边浪费太多时间去讨论。所以你我告诉各位领导联系是爱吃亏，伊唔是讲从机要哦啊，会当替部长做真正啊，部长若不爱做啊，当机要都对伊理亏。但是迄约用人员性质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啊。好、哦，刘委员在提醒你的是说，我们的国会联络人应该勤快一点呐、啊，好、哦，不要长跑委员的办公室沟通呐、啊，好，了解，对吧？我意思不是安尼啦，是的，我该说了唔对，还我们用约用，我们用约雇，基本上他都是一年一聘的，对不对？尽量不要。今天部长，我希望部长可以做的有声有色，做的长长久久嘛，对不对？好，那今天万一部长你不做了嘛？你可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目标，那你想不做？好，这个国会联络是因为部长任内你把他请来的嘛？那对不起，万一你真的不做，这个约用人员约用的国会联络人，他会继续在这边吗？哦，那就不一定啊啦。对不对？好，啊、他这中间可能他就是跟个别委员，还是跟公部门这个中间有一些机密的，还是说有一些他不可以对外去。当然不是说一个正规公务人员他就可以闭嘴，他就可以怎么样了哈、哦。但我是觉得说，因为过去我们从当基层的明代一直到现在，针对约用约雇跟正式公务员，他在扮演的角色在那个职位上是有一定显著的安排跟那个层次上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OK， 好不好？ OK， 谢谢。所以我是期待就国务委员就是嘿。那个刘委员，你会希望这个部分是减跟动，大概你的建议是什么样？无啦，我都卖个减啦，啊个动一下，啊看伊都提迄个正规的来，咱就迄个嘛，安尼好不？好，要动多少？100还是200还是300、500？喊价500。我阿都不管删啦，委员，我们是可以改建议改主决议，好吗？就是是不是报告刘委员？不是，恁就是要改主决议，你要讲的内容，我都感觉足恐怖的啊，所以我唔知啊，系啊。刚刚刘委员，你现在如果讲说就是一正规的，那当然好，主席我就照你们主席意啊、嗯，可以啊，行，是可以，就有承诺要编制正规的人员嘛哈，朝这个方向努力嘿，什么叫朝这个方向努力？已经答应人家就要答应，动五百了，后来卖不够了，动五百，你看你够了，该动五百，那个跟委员。对，动500真的会很严重哎、欸，那我们的基本的运作费用哎、欸，主决议了好不好？谢谢。刚刚就是要承诺要做到啦，哎呀、啊，丢啊！麦克风，好、哦，所以刘委员 OK 吗？就是他弄成主决议，就是要照刚刚就是编制人员来编制的哈，不是说让约聘的人员这样哈，约雇的，这叫约雇，约聘人员 OK 好。好，那这个案子，我们就一般行政吗？一般行政，林淑芬来了，林淑芬来，特意来，干来，你这边也有意见，对，67案，冻结5/1的部分。主席，我一再讲过哈，我提的案子没有很多，对，那我每次提案都是有特殊的这个意义，就是说行政部门屡劝不听。屡屡无法改善，然后讲了又讲，质询了又质询，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不改变。
那在这种状况，我们才会以冻结预算为目的。冻结预算，我们在这里审查预算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希望量入为出，遵节支出，节省这个财库公帑。另外一个目的是希望借由预算的冻结，让我们的行政部门知道他的行政政策跟主流民意，或者是跟公共利益，或者是他背弃了该有的方向。那我今天就是要讲，我每一次都是基本上很少冻结，也不是很少简列，基本上不简列，因为简列也没用，冻结也没用，事实上都没有用啊，行政部门都不改。但我们今天提的案子就是其中一个案子，就是远雄苗栗健康生活园区这个案子，我讲了几年了。然后这个案子，民进党党内包括陈其迈委员，包括王荣昌委员，包括这个时代力量的黄国昌委员，从在野讲到现在执政，我们现在就要看到这一个诈骗集团诈骗去的一个 BOO 案，假 BOO 案，违法 BOO 案，连监委都在调查的案子，你到底是要帮远雄，然后远雄垮了，赵腾雄的社会形象没了，现在换一个中霸天叫蔡长海来了，难道我们的国土是要任由这些财团予取予求的吗？人家我们要说你要盖医院好给你，我就不要再去强调盖医院当初是用一个假的国卫院的癌症治疗中心的一个假计划，骗了一个医院的许可，那就算了，医院让反正大家都觉得对苗栗应该特别给予照顾嘛，我们就算了，医院让你盖，医院要盖以外的国有土地该还回来了吧，该还回来，盖医院给你三公顷好了，剩下的十八公顷要还给国家，还给人民了吧。可是我们知道这块土地距离高铁苗栗后龙站只有五分钟的车程，四四方方一个21公顷的土地在那里，远雄把这个 BOO 案要多售给蔡长海，要私相收受给蔡长海，中国医药大学的董事长，亚洲大学，难道只因为卫福部的退休官员退休了没工作都到亚洲大学去了？难道因为他蔡长海蓝绿通吃，我们就要在这里帮助蔡长海吗？所以我在这里跟你讲，这个案子从在野到执政，民进党党内这么多委员始终关心，却没有办法让卫福部终止这个 BOO 案。我们唯一要求说，你协助国产局把土地要回来。国产局说，你卫福部告诉我医院有多少面积，扣除医院我就全收回来。你们光是这一点都不愿意提供。我今天不是当执政党，我就是护航啊。这案子没解决，预算冻结五分之一，行政人事除外，扣除人事已经非常便宜行事了，扣除人事费啊，也没什么行政费了啦，扣除人事费剩下来冻结五分之一哦，太便宜卫福部了，始终走来护航财团业者，没有站在人民的最大利益，没有站在公共利益，还这样子因循曹规就这萧规曹随，这不是乱搞？什么叫乱搞？国民党时代人家非常厌恶这个，你民进党执政了还这样子，像话吗？让医师说明一下好吗？还要说明什么？每次都叫他说国产署，每次都发公文给医师，你告诉我们扣除医院，我们。欸、要不要收回来不是你卫福部的事、欸、是国产署的权责，国产署问你们说，请你告诉我们医院的土地面积有多大，你们就这一点这个公文都不愿意回复，还在避重就轻告诉他们总楼地板面积、你们这个是共犯啦，帮助犯啦，主委员，要不要让他们说明？他已经说明几次了，我已经询答几次了，主席。已经询答。这一个会期也问过几次了。新的进度。问到没有办法解决，才会用冻
决预算当手段啦、啊。是他已经有新的进度，请他新的进度，他的公文通都没进度啦，他的公文还在包庇远雄 BOI 要偷渡给蔡长海，赵腾雄垮了，形象垮了，人人喊打，现在换蔡长海来了，蔡长海只手包庇这个只手遮天啦、啊、你知道蔡长海？我问你，蔡长海集团他的医疗集团占全台湾病床的市占率是第几高？你知道吗？你先回答我这个。委员不清楚。你不清楚，你是医师师吗？蔡长海是仅次于长庚医院第二高的医疗市场的第二高的占床率了。第一个，第二个，你知道亚洲大学打垮了分级医疗？你不是在讲分级医疗要落实吗？亚洲大学分级医疗就被亚洲大学在中部打垮了，你还放任亚洲大学，然后打垮中部台中地区的所有基层诊所，你还在包庇蔡长海。这个中部的委员在这里，他们也不方便讲啦。亚洲大学是不是 正在跟你们讲的落实分级医疗走相反的路线？你们警告了吗？你们纠正了吗？你们要讲还有脸谈什么落实分级医疗？有脸可以讲吗？蔡长海怎样？是卫福部的太上皇吗？曾经一度啊，国民党时期也传出啊，蔡长海推荐的人要来当卫福部部长。在邱文达即将下台的时候，要卡位的时候，我是要讲说啊，蔡长海这个人对于整个医疗产业，对于蓝绿的高层是多么的有能耐。今天没有办法解决，已经不是赵腾雄，也不是远雄，是蔡长海要来吞这一块地，始终不愿意放弃。我再讲一次，连监委，不过监委叫我帮他澄清啦，他不是私底下叫去协商，是有正式约询会议的啦。连监委正式约询都还叫我们办公室表示说，可不可以允许让这个蔡长海，然后换蔡长海，是这样子问的。所以我真的是，我知道这个案子，不管多么有权力的人在那里想要吞掉这块土地，不管蓝的执政还是绿的执政，我们站在人民这一边，要把土地要回来，这个信心，这一个决心绝对不会改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复的话，你光是回复一张公文，我就可以同意不要再这样子动。你回复他一个公文说，到底这个医院的坐落的面积，土地面积有多少，这样的公文你回答不出来，几年了，回答完以后要不要收回来是国产署的事，你连这一点都不愿意。我咨询的时候你说好，咨询完的时候就回一个乱七八糟的公文，还在包庇蔡长海。我现在讲不是赵腾雄了，是蔡长海。我冻结预算干嘛？冻结预算如果不能够阻止行政部门去做图利的事情，不能够阻止行政部门去做这个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审预算的不是白痴吗？在这里提案的立委算什么呢？反正年终了就必须要解冻了，执政党了一定要同意了，连在野党也非同意不可。署文委员的要求非常的清楚哈，就是对于有关这个之前苗栗的这个医院的部分哈，已经就是这远雄健康生活园区这部分已经多次质询了哈，那对于后续有没有进度，那再来他要求的就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公文，这个做到了再解冻，这个你们的答复或是跟主席跟委员报告。这个有关这个案子呢，在上个礼拜我们收到远雄提出要解除 BOO 的公文，所以我们会尽速来督导这个卫生局跟他办理这个 BOO。
的解约。那另外呢，刚刚委员特别提出来的土地面积的部分，那我们一定依法行政，那尽快来协助国产署把这个。你依法行政，第一个，远雄解除 BOO， 我刚刚讲了，主角已经不是远雄了 ，BOO 案，那跟土地还是拥有承租权，真正的核心是。你必须告诉国产署，这个土地医院真正的面积土地坐落纯粹医院第一期，你们核定只核定第一期，土地面积有多少？我上次咨询你们说你们要回答，可是你们后来出来的公文没有啊？你在这里要审预算的说你们会回答，结果我们预算审完了，到时候又没有啊？我怎么能够保证？所以主席，我们在这里去。坚决的主张，因为这案子不会一天两天，也不会一个礼拜两个月，一个礼月两个月，这个案子会拖很久。他们以拖代变，所以我还是坚持冻结、扣除人事费用。打个让我心碎，唐哥你啊，公布另外的心碎都没应用，扣除人事费用，冻结五分之一，谢谢。好，跟委员报告，我们会在三个月内把这个事情赶快把它。好，那就等你三个月内完成之后再解冻了。那冻结的数目可不可以下降？这个太多怕影响到那个，另外还要再安人事费用扣除了，是嗨两个半月。是五分之一是2100万。委员报告，五分之一是差2100万，因为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行政的维护的费用啦，就是包括我们水电还有所有的。没有，跟委员报告，真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少动一些啦？六分之一，六分之一，好，六分之一等于是两个月而已哦，哎呀、啊，不到，好好，因为总共是一亿，不是、啊，刚刚人事费用都给你排除了，你要听清楚，哎呀、啊，是扣掉人事费用之后的，嘿，1800万，所以六分之一的话是。不多了啦，那如果大概差2900万左右、啊，因为刚刚石市长说三个月能够处理的话，就赶快处理完来跟委员报告啊，就解冻啦。好，好、啊，对，可以了啦，不要再吵了，已经讲很久了，六分之一，你再吵下去。好了，不要再讲了哈，不然再讲下去。刚对我的咨询时间几次了？好，这件事我们从66案、67、68、69、70案啊、哦，那70案是撤算撤案哈、哦。那这个整个动，六分之一是多少钱？你扣掉人事费用我1085。好，你们待会算好。OK， 那我们就是以动，因为最高额应该是减列啊、减列十万，然后动六分之一，哈，是吧？69案是减。好，委员69。69案是减啊？没有啊，减十万，但是可不可以科目我们自行调整？哦、有，他有写科目自行调整。好，科目自行调整。重新来好了，谢谢。整个这个66案是改主决议啊，67案是动六分之一，68案是动100万，69案是减十万啊，70案是撤案啊。那整个动下来就是以最高额的就是六分之一。那对于各委员要求的事项，好、啊，请各还是要去落实，好吗？好，那再来到71案，71案这个我的提案应该是最大宗的，等一下再回来看哈。71案先保留哈。那我们先来看72案、73案、74案、75案有关。等一下，我先把全部练完哈。就是依政法规及医师人员及机构管理啊，总列数是1427万8000元哈。那陈一鸣委员是建议减列100万，冻结600万哈。啊，正改主决议啊。杨耀委员是建议减列100万，这个有意见进来吗？改主决议是好。那林淑荣委员是冻结五分之一。好，那林静怡委员是冻结142万7000，这个有没有协调的决议？没有的话，淑文委员要说明吗？是。现在是到72。六
啊？哦，但我都已经处理的好 ，OK 啊，苏阳。有协调好吗？跟林委员有协调好吗？是不是跟委员还是报告一下那个有关于那个74案这个 biobank 的 biobank 的事情哈？这个中研院的 biobank 呢是在101年10月24号本部许可的哈，但是他在之前呢，在101年2月的时候呢，又向中研院的 IRB。以同样一个计划提出申请，所以等于这个计划呢，当时候是有双包的情形。那么之后我们同意之后，依照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它所有的计划的变更呢，是必须要由本部才能够许可。所以中研院的 IRB 呢是不能够有同意权。那么后来呢，在这个102年的时候呢，这个中研院的 Biobank 呢向本部提出。计划变更要收案非健康人的检体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经过一些审查的程序呢，一直到104年10月15号才正式同意他跟医学中心合作，共同收案检体。那目前核准了有3家，那我们是在今年的10月14号接获到中研院的 IRB 的通报，那我们立刻呢就在27号召开会议，哈，了解这个情况。那目前呢，你还在继续收集相关这些他所这个合作的对象的一些检体的收集情形啊。这个期间已经先请相关的机关暂时停止收案，那么让我们来做出司法性的决定。所以这个案子呢，我们是积极的在处理，因为它是10月14号来通报我们，中研院的 IRB 来通报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积极的在处理中，所以我们在3个月内呢，会把这个案子呢做出明确的决定，所以可不可以建请这个委员的冻结数呢，那么可以下降，这个1/10，十分之一，好，建议冻1/10，来，您说委员。如果我们台湾要说台湾是一个人权的国家的话，那这个研究的伦理就是第一关，不要跟我们讲什么人权，研究的伦理。结果呢，中研院台湾最高的学术首府，卫福部台湾最高的医疗主管机关，到现在有这么重大的伦理上的违法，已经违反法令了。双包两个字就可以解决吗？更重要的是，在执行计划里面违反了伦理和法令的规则，然后呢，到现在你们还不断的跟媒体、跟立法院在刚才还在讲，最近才得知中研院 IRB 主张对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有管辖权，最近才知道，怎么会最近才知道？当初在审查的时候。中研院的 IRB 是以附条件的方式通过了先前的计划，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成立 EGC 的进行治理。IRB 也派出了3位委员担任 EGC 的委员。我们的意思是说，在这个里面，卫福部是由陈崇远派出陈崇远当代表主持这个先起计划，执行的团队包括赛亚基因科技。的陈义雄，惠普公司的何维林，你明明整个卫福部都知道中研院在执行这个计划，而且通通都是你们在主导的，今天才说中研院违反了伦理，你们最近才知道，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报委员，他们送给我们的计划是由。这个 Biobank 送的，并不是 IRB， 不是中研院的 IRB 送给我们，所以我们最近才知道说，他有一个计划送给中研院的 IRB。那你们的 Biobank 的计划，卫福部是谁主持的？这个是中研院的 Biobank， 不是卫福部的 Biobank。那你们卫福部的 Biobank 两个双包，你们也有你们的 Biobank 吧？没有，没有。卫福部没有成立 Biobank， 我看到的资料不是这样子、欸、
那个应该是指的是那个国卫院。国科会委托中研院去成立一个 biobank，然后中研院的陈崇婉主持计划可行性的问卷等研究。翁启惠接任院长以后，陈崇元继续主持卫生署补助的人体生物资料库的先期计划。国卫院的，是国卫院的。国卫院的 biobank 不是卫福部的 biobank， 有一个中研院的 biobank 计划，再有一个卫福部国卫院的 biobank 计划，然后你们说这是双包，双包指的是中研院他在设立这个 biobank 的时候送了一个计划，是由我们要正式许可没有错。但是他当时候呢，又送了一个给中研院的 IRB， 当成是一个人体研究案。那这个是双包，因为 biobank 不是一般的人体研究案，它必须是中央许可之后才能够执行的生物资料库的设立。对对，所以他当时候不应该让这个案送到中研院的 IRB。所以他们已经执行了，所以我们是在101年10月24日，所以他们执行了很久以后，对一般民众也执行了简体的采取。跟委员报告，因为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是在1999年2月3日才成立，那么他之前就开始收集的简体呢，是向中研院的 IRB 申请的一个计划，所以当时候呢，因为还没有这个条例的时候，是由中研院的 IRB。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讲，为什么要为特定的少数的几个人去做量身定制的修改我们的人体，这个基因人体生物资料库法的修正。这一群人干了违法的事，违反伦理的事，然后回过头来屡屡的在过去国民党时代也一样，好几次要来修改我们的人体基因资料库的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对，要来修改我们的法，然后呢自己违法，就在屡屡叫我们修法让它合法。这个一路走来始终是同一群人跟同一件事情啊。那他在101年10月24日我们同意他的就是收集这个健康人，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是正式的收集健康人的简体。他102年提出的是非健康人的简体的收集。那我们他们现在修法是99年以前大量的那些简体。根据我们的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它要有一个补正的程序啊，已经好几年给它补都补不出来的，结果一直屡屡回过头来要修改我们的法令，让他们的非法变合法。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最高学术首府在做的生物采集的这个伦理吗？自己违反伦理，修法把它修成合法，就变成不违反伦理。这个才是一路走来卫福部失责。然后中研院非常的堕落，伦理堕落的 最重要原因在这里嘛。所以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国家没有扮演起国家的角色啊，然后还在不断的在官官相护，所以我们只是冻结而已。好，把一些补救的方法想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解冻了。林委员很具体的建议，就是说，请医事师能够提出检讨报告嘛，哈，对于这样在相关的管理上面，是不是？我们会来做这个事情，可是因为冻结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计划向下相关的业务的推动，可不可以减少那个冻结的数目？因为它总数是1427万呐，哈。那是不是署文委员可以同意他冻结十分之一？刚刚市长是有这样建议的。那林静怡委员也是冻结十分之一，是不是一起？对，冻的项目不一样。对，那我是说金额上面，哎，十分之一，太少呀，1/6呀。对，因为 每个人主张都不一样，但是那个保留都会继续来要解除这些解冻都要条件，但是我们总额是冻一起冻哈，1/6。提出检讨报告，好，
可以哦，好，就是合并哈，对，七，我到哪里了？我现在乱掉了哈，七四跟七五啊，合并动六分之一了哈。那其他两个是改成主决议哈。好，那我们就到接下来是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到八十哈。好，来。七六七七是改主决议。七六有吗？七六有来了哈。好，七七也是改主决议哈。好，七八是王一鸣委员对这一项业务是冻结900万，有沟通了吗？跟委员报告有沟通，向委员报告过，改冻结200万。冻200万，对，好，七九七八，那七九是林淑文委员这边也是冻五分之一，这有七九有没有沟通好？还没。这是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财报会按照这个委员的建议呢，就上网公开，这没有问题，我们会照这样执行。好，你是要把一社福基金的财报，还是整个医疗基金的财报？就是委员这边写的，就是那个社福金的使用情形表，是比较细目的东西，还有一个是那个业务调查表。我们这里有三个诉求，一个是医疗财团法人社福基金的情形表，然后当然你讲的说医疗财团法人的业务调查表，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诉求是每年医院的财报，每年医院的财报。财报已经有公开了。哦，但是它的细项不够。所以就是加上这两个，因为公财报都已经是财团法人的财报都已经上网公开了。对，因为他大部分细项都不够，那你现在要再公开这两个细项，对，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什么时候？那个年底前我们就把它上网。105年的年底。对对对。因为105年就是那你要上网有没有法规上的问题适用的问题？我们依据那个政府资讯公开法跟那个，如果是需要那个，这个应该不会有借口有理由了吧？你说要强迫各个财团法人医院都要把这个公开上网，他们每年都有申报，对不对？对。申报后，你们都有核定嘛？所以你们会把核定后的这个都要会计师签证。对，核定后的全部就是你要公布到什么细项？他们申报的全部都。公开还是你会公开会计账的大的部分而已？就是我们现在有财报公开的那个部分，再加上委员提的这两个，就是社福基金的使用情形表，那个就很细的。不是，我们要公布详细的使用细目，但是我们知道财报在做账，会计师做账，有时候会做一个大的科目的账，但是没有办法公布到详细使用的细账。嗯嗯。而、你们会公布到什么样的程度？细账公布也是 OK 啦。那可不可以比照健保要求各医院填报住院护理补助款使用用途的方法那样子的细法？那个比较粗。如果跟我们这个报上来的，你们还会更细？对，那个比那个细哦。你要细到什么程度？你再说明一次。我们要不要拿一份给委员看一下那个样子？因为它会很细，使用的会比那个健保的还细。哦，好，那我来看一下下，这个案子先保留一下。好，先保留是不是？好，林淑文委员79案是先保留，请行政部门提供相关的这个明细表哈。那有关李彦秀委员有针对委办案的委办费的部分要减列100万，这个有沟通吗？跟文报改成主决议。改成主决议。谢谢。这评鉴的部分是评这个八十案，请看一下确认一下，是吧？哈，改成主决议哈，好，没错，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七六七七跟八十都改成主决议啊、哦。那有关78案是就是动200万，然后79案还保留哈、哦。好，那接下来是81案。有关林静怡委员对于红十字会总会的团体会员4000块全数减列，
遵照办理。好，那简列哈，那八十一案就全数简列4000元哈。那八十二案是有关这个健全医疗卫生体系1亿1734万哦，这个洪慈雄委员是建议简列200栋1000万，这个有没有共识的？谢谢委员同意冻结十分之一，冻十分之一，好。来，接下来是83案，是刘建国委员针对医疗替代役512万6000。谢委员改成主决议。改主决议，好。那再来哦，这个案子就多了哈，84案一直到90案哈，有关健全医疗卫生体系有9965万9000元的部分，蒋委员是建议简列5000万，有没有意见？谢谢委员同意改为简列50万。简列50万是？是。好，来一个一个来好了。好，来，蒋委员也是下一个也是蒋委员的，简列1000万是85万。谢谢委员改列简列50万。所以八四八五各简列50万是不是？那蒋委员哦好。那86案是刘建国委员。改主决议是吧？好，是。那87也是改主决议，好。88，哦，88是我的，还没讨论好。好，我跟动100好了啦，哈。谢谢委员。好，曼丽委员，陈曼丽委员也是动100，就合并了，对，好，合并。来，89。主席，还有就市长好哈，我想对于这个健全医疗体系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常常会有人就是生病了，然后很紧急的情况下要去转院。那当然，我其实在咨询的时候我也提过，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不管是社区医院还是一般的医院，他可能他在什么时候没有开，但是一般的民众不知道，所以常常会跑来跑去，可能印象里面说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卫福部整个体系里面应该要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那个系统呢是方便民众能够了解，是说我现在要看病，然后如果是周末我哪边可以去，晚上哪边可以去，要不然的话大家就是开着车在那个路上绕，你这个是非常扰民，而且也让大家生病的人心里很急。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他的这个资讯够公开的话，够好的话，大家就不一定都要跑到那个大医院里面去挂急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这一次是给你先冻结100万，但是我希望你整体去考量，不是说只有针对小孩子小儿科，而是所有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有这样的资讯能够提供给所有的善良老百姓，好吗？谢谢。好，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健保有一个那个就医的那个 APP，那上面有啊，我们会把这个儿童的部分再给它强化。那我希望那个健保的 APP 也你要做宣传，因为呢，如果大家都不知道你其实是已经有做，然后大家不知道你不是白做了吗？所以我其实也常常会看到很多人生病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就只好往那个最大的医院去，就知道它一定是有开的。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希望你就是把它整合好，好吗？好，也加强宣导，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所以就也是动100哈，合并动。好，来，还有一个90是王一鸣委员，建议简列500动1000。来，有关这一案哈，主要是涉及到医院评鉴里面哦，你们把106年度原本这个护病比、医师人力这一些。重要的项目你们全数删除。那过去其实大家都要求你们，而且过去执行以来，这个医师人力都是评鉴的必要项目。我不晓得你们删除的理由是什么，但是民间的团体非常的关心哦，因为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表示说医院他如果人力不足，他评鉴还是可以过关。这个其实是非常违反这几年我们在卫环委员会很多委员都很关心的，就是说医院人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本席才会提出来。那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市长没有什么，你们要讲。跟委员报告，我们原本呢其实不是删除，是把它移为叫持续性监控指标，让它变成常态性的每月监测啊。但是因为团体有一些疑虑，那在多位委员关心下，我们就已经跟团体们呢也说明了，这未来会
先明年度还是维持这一些人力的条文，那同时会加强持续性的监测，等于双轨并行，那么来继续强化这个人力的要求。所以跟委员报，我们会再修正你明年的评鉴指标，会再修正，对，都会把它。你们可不可以11月底以前完成修改你们的评鉴基准，把人力再纳回去你们评鉴的必要项目？可以，我们12月初就会发布，就会公告一个十二月初对。会公告嘛？哈，对，好，所以本席这边原来删除的部分就可以免，但是冻结改动500万。你们是不是一公告我们就可以解冻？还要排啊？还是要排解冻？因为我们马上，我们12月就立刻就公告了，要公告了啦。对，我们就立刻公告，这个已经咨询好多次了。哎、啊，对，来，啊，已经有条文了，条文已经整好了。对，那个这么招委，因为这个事情上个礼拜我有开公听会，那事实上我也打算下主决议。那既然12月吧，其实马上就到了，你如果诚意够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动，现在还你赶快下午赶快就直接公告啊。好，对外上网是，不是、啊、应该是说。请他们提供资料给大。我们把那个草案，我们好草案先给我们大家代表。那你12月1号是后面还有基金哦，不要忘记。对对。好，谢谢啦哈，因为你要这样立刻公告，也有点才有一定的程序。那草案赶快提供给委员那个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好多位委员都在盯啦哈，所以他应该是已经很清楚哈，所以如果可以，他下午提供就可以，是不是就不要动，好不好？还是动。动500，好，那看，那我就先保留，好不好？这你的部分我先保留。那下午他们提供资料之后，你经过你同意就来这个免除这个冻结了哈。好，这个部分就提供资料哈。好，那91案是李彦秀委员针对这个这个是评鉴哈，评鉴的咨询跟审查会议的这个费用11万要全数减列。这个是不是跟刚刚的一样，先保留？我们下午把那个草案送过来。好，好，是李彦秀委员可以哈。好，保留哈。来，再来是洪慈庸委员有关这个整合性社区健康照护网的部分，减列500跟动1/10，这个部分有沟通过。有，谢谢委员。改成主决议。改成主决议，好。谢谢好，那接下来是93、94至95、96，是吧？全部啊，这四案哈，有关提升医事机构服务品质7367万。好，杨耀委员是建议减列150万，这个有沟通了吗？谢谢委员同意改减80万。减八十，哎，是。是。好，这真的哪一件事？这个吗？还是就整个？医疗机构品质好。我没有提案，但是我有问题要提问。就是说我刚刚讲说，我们不是要落实分级医疗吗？然后我们要提升医事机构的服务品质吗？那蔡长海他们的医院在台中瓦解台中的基层医疗这件事情，你们准备怎么做？放任下去吗？不作为吗？然后你们在这里就要谈分级医疗，等到台中的所有的诊所都垮掉了，那大家都必须到他的医院去看了，结果你又要涨挂号费，这两件事情不是矛盾的吗？你放任蔡长海的医院为了招揽生意，破坏分级医疗体制，然后去台中再瓦解基层医疗，那你又要说你要提升医事机构服务品质？你的计划、你的政策跟目前发生的问题，你如果视若无睹、不想改变、没办法解决，那不是都是假的吗？那你告诉我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已经提修医疗法，有关于财团法人医院的管理啊、董事会的治理，这边有一些管理的措施。你的意思是说无法可管就是了？另外第二个呢，我们现在也修了医疗机构设置标准，要求对，那还没有改之前，通通都无法可管哦。还有一个，那台中的诊所都垮了，大家都必须去他医院看医生的时候，你要涨这些民众的挂号费，那民众情何以堪啊？
另外第三个，他在招揽的部分哈，我们也已经去函給。你到底有没有调查？大家全都台中的立委也质询过啊，台中的人也反映过，台中的诊所也抗议过啊，都在招揽啊。不是，不跟台北不一样哦。台北是要到教学医院去，结果要排队啊。他新开了一家医院，结果招揽所有诊所的客户啊，走跟你们背道而驰的路哎。那招揽的部分会严格去管控？什么严格管控？有什么手段可以管控？就是广告的部分啊，还有他这个有没有不当的用再送的？啊，有没有招揽？已经半年了啊，你到底有没有啊？立委质询这么久了，洪慈庸委员也质询过。我们有请卫生局在特别注意。啊，调查半年调查不出来哦，就你们是蔡长海管的吗？卫生局也在依法行政。你意思是说卫生局也是蔡长海管的吗？你这样子讲，对人民可以交代吗？你说你们请。半年了，你们说还要再请卫生局去调查，把责任推给台中市政府的卫生局，然后卫生局调查出来没？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不当招揽、不当广告？到底有没有？半年了，你不知道？再过下去啊，台中的基层医疗就要垮掉了。跟委员报告，今年五月的时候，卫生局已经有给我们一个报告了，那目前是。当时候他给我们报告，并没有查到不法的违法的情形。哎呦，没有法可以管，当然没有不法啊。那我问你，跟你的落实分级医疗政策有没有抵触？有没有违背？有没有矛盾？现在没有法律可以管，当然没有违法。但是跟你在宣称的落实分级医疗有没有抵触和违背？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因为他的医院层级。目前的医院层级还是属于地区医院层级。好，那我们就等着看，等台中的基层医疗诊所这个都垮掉了，然后再来看一看你怎么擦屁股，怎么收拾善后，再看一看所有的竟然卫福部这么的包庇这一些大财团做这一种不当的事情，瓦解台湾公共医疗分级制度的事情，你在这里说，你竟然说没有违法，也跟你们的分级医疗没有抵触，这种话你讲了出来，我们就等着眼睛张大的看。好，那刚刚就是提醒了哦，我们对于这个分级医疗的冲击的部分，我们还是请依法，那如果需要修法，可能就提出修法的相关的这个法案进来哈，我们来协助处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刚杨耀委员是九十三案是减列八十万哈，那九十四万哎呦，头脑昏了，真的待会要休息了。九十四案哈是陈一鸣委员的部分有共识吗？谢谢委员同意改三减五十万。五十。对。好，三减五十万哈。免冻结。好，免冻哈。好，那九十五万是王一鸣委员，建议冻结3600万这部分。谢谢委员同意改冻结三百。冻三百哈，好，是吗？三百，刚刚说三百。啊？冻结200万。三百。两个，对不起。好，按照委员没关系。好，动五百是吧？好，好，来，接下来九十六案是改成主决议。对，哎，好，好，接下来是九十七案，有关九十七案都是有关国外旅费的部分，九七、九八、九九，哈。173万1000元，三位委员都主张全数减列，来说明一下，要有哦，黄秀芳九十九案改主决议，好，然后来997是李彦秀委员，哎，还有洪时庸委员，有沟通了吗？全数减列173万，就是你们国外的。
委员报告，就是李燕，谢谢李燕秀委员，那么改为减列83万。83万，好。那洪慈勇委员这边呢？洪慈勇委员本来是减30万，不过刚刚那个李燕秀委员就统三比较就对，就一起一起减列，就洪委员跟李委员好，就是9798并案，就是3减83万。好，那委员们要求的项目就请行政部门来做啊，做。简略就没有这个问题，对不起，简略没有这个问题，好，不用，好，简略就是删除了，直接删除，所以不用再特别提到其他议题。好，接下来我已经快昏了，好，现在已经20分钟了，好，12点30分一定要休息。好，接下来是100案，101、102到103也是吗？103已经不一样了哈。好，来，我们处理到102好了哈。100案是有关医师人力的培育与训练，8亿6029万7千。蒋委员建议减列2亿2千万。好，谢谢委员同意改减列200万。减列200万，好。那101案是刘建国委员。改主决议，好。那再来102案是林静怡委员要冻结1/10，这个有沟通。林委员要说话，来，102。好，我想我们这个会期大家都非常关心，就是在医院工作的，不论是医疗人员或者是学生的那个工时的状况。好，那我们看到的资料里面，推动住院医师工时改善奖励计划里面。为了养成住院医师打卡习惯，确实计算工时，设计工时回报 APP。别这样啦，您现在就知道护理师上下班打卡都假的了，你还叫住院医师做这种假的东西？那50块补助金是给谁？给医院还是给住院医师？是给住院医师，他有通报。如果我是住院医师的话，我告诉你，我一天给你100块，你让我少上一个小时的班，好不好？不要做这种 不知人间烟火的事情啦。你这个东西有法规，有补助款，有刚刚其实司长也提到了，你们在那个就是每个月的这个督考，都可以很实际的去确定这个医院它到底真正的执行状况如何。不要讲难听一点，不要说卫福部再给医院一个作假的工具，住院医师帮忙作假，然后让你们卫福部拿一个资料出来说不会啊，大家上班时间都很正常。好，所以刚刚我们有说，是不是这边我们就冻结1/10，然后你们把针对包含这里的，就是住院医师的那个工时的部分，做一个比较好的修正或监测的报告。其实我有要求，像你们已经刚刚说，下了年度你们要处理那个劳动还有卫生局督考，那半年你们就可以有很好的资料，让我们看到你们这个督考怎么做啦，对不对？对，好不好？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我们会把那个打卡的事情把它取消，然后让那个住院医师他自己上网填报。好，没有办法吗？我们要两边勾机啦。让他自己，你们有一个管道可以诚实的跟我们。我跟你讲啊，我那住院医师，我就跟你，我主要跟你讲了嘛。你给我还要上网勾机，我的上班已经上到累死，你还要我做这种事情？那到时候如果他们为什么不敢真正填报？第一个事情做不完，第二个我真正填报，到时候医院找我麻烦怎么办？尤其住院医师要考专科医师，不让我考专科医师怎么办？刁难我怎么办？他们怕的是这个嘛？那你在那边什么上网来用 APP， 大家都知道在北京，你这样你增加这些住院医师的压力而已嘛。好，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处理？是从上面那一端就很清楚知道，我一旦你们被你们逮到了违法，被你们逮到超过工时，医院会受到很大的惩罚。问题会比较好解决嘛？好，好不好？不要把这个方向来做，不要把这种压力丢到那个第一线已经过劳的人身上了。他们 paperwork 很多啦，好，好不好？好，好。那有关这个项目，就是遵照委员的意见嘛。那冻结的数字怎么样？还十分之一是8000多万哦，这总预算是8亿耶。
嘿呀、啊，一零二案哦，嘿，八千多万哦，我没有弄错吧？2800，刚刚跟委员是说动2800，是啊，来来来，确认一下，这个就是动八亿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八千的，确定吗？对，八千的三分之一啦，哈。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多少？2800。2800哈，好，我吓一跳，是半。好，那我们接下来处理103案就要来休息了哈。好，103案是已经预算冻改成冻结预算冻结。冻结预算，冻十分之一了哈，对，冻十分之一，这没问题了哈，已经讨论好了。这个是钟孔召委员的，好，冻十分之一哈，好，好。108，哎，108，104，对，因为累了，是哦，好了，因为我希望是12:30，好，可以吗？好，下午再来哈，因为已经。刚刚有点语无伦次，已经头脑一定混了、啊、好，因为今天议案已经处理到103哈、啊，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完，但下午我们2:30再继续审查哈、啊。那，哎，这是什么？第61案黄秀芳委员提案请并第62案、63案决议，动50000减列3.70万元，好的处理，不另外提主决议啊，这是刚黄秀芳委员提出来的意见哈。那下午2:30开始再继续审查。那对于主决议案，请大家哈已经有共识的先送上来，他下午我们议事人员会整个印制哈，才不会那么混乱。那另外对于要委员要提供的资料，也请在这段时间哈能够赶快提供给委员们做。参考，那待会第二轮的时候再来做处理哈。好，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先休息。